欢迎莅临香港中央图书馆。节目开始前，请关掉手提电话、其他响闹以及可发光的装置。未经许可，请勿摄影、录音或录影。多谢合作。欢迎莅临香港中央图书馆。节目开始前，请关掉手提电话、其他响闹及发光的装置。未经允许，请勿摄影、录音或录影。谢谢合作。Welcome to the Hong Kong Central Library. Before the program begins, please switch off your mobile phones and any other sound and light emitting devices.Please also be reminded that unauthorized photography, recording, and filming are not allowed. Thank you for your cooperation. 各位朋友大家好，咁在场嘅朋友好，我哋线上嘅朋友好。咁咧就今日好特别啦，我哋就即系好少机会咧会听到关于啲产科嘅故事吓。咁呢个其实咧都系得利于咧喺2016年咧，广华医院就将一批嘅产历吓，咁咧就交咗嚟我哋东华三院嘅档案历史文化办公室嗰度咧作永久嘅保存。咁咧等间见到嘅资料咧都系非常之珍贵啦。咁都系靠咧我哋一啲即系有几位退休嘅护士咧。幫阿梁醫生咧就搞咗一啲資料出嚟嚇，咁然後咧因此咧就有我哋今日嘅呢一個咁樣嘅講座啦嚇，咁咧就去修復同埋去維護咧資料咧係非常之唔容易嘅事，咁啊希望我哋完咗呢個講座之後咧，大家咧都會明白到咧，即係我哋係好有心去維護資料，同埋咧我哋係希望咧能夠咧係有啲有心人去研究咧，跟住咧我哋就會同社會分享啦。咁啊，今日咧就我哋就係請到廣華醫院婦產科嘅顧問醫生梁永昌醫生同大家咧係作一個主講嘅嚇。係啦，咁咧就因為疫情嘅緣故咧，咁咧所以咧，如果大家等間有啲咩問題咧，我哋就希望你就要寫紙仔啦嚇，咁你就要。即係等我哋咧可以用唔使即係用麥啊咁樣傳嚟傳去啦嚇。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因為等間見到嘅資料咧可能咧就係比較特別啲啦嚇。咁我咧就希望大家就安心聽睇，就唔好影相啦，好嘛？因為我哋呢啲資料都係好珍貴啦嚇。咁即係為咗保護呢啲資料咧，就大家請大家就唔好影相啦嚇。咁我哋咧就將。我已經問了梁醫生了，他說他已經預備了直接是兩個鐘那麼多的資料，所以我一分鐘都不要浪費了他了。好，那我們現在請梁醫生。多謝Stella 的介紹，大家聽不聽到啊？ OK， 是，那就很鼓舞，因為呢我也有點害怕今天會不會有人來聽啦，這樣原來哇，即是都因為疫情的關係啦，咁大家咧可能就變咗要我哋好似 total 係50個 quota 現場嘅，咁同埋有網上嘅直播，咁係非常之鼓舞。咁咧就我可以慢慢講下。咁咧就開場咧就因為我都驚有啲悶嘅，講兩個笑話俾大家聽下先。第一咧就係阿 Stella 咧嗰日問我，因為我之前整咗個 PowerPoint 啦，咁咧就總共大約有70張 PowerPoint 嘅 slide 咁樣。咁當然俾要阿 Stella 姐過個目先啦。咁 Stella 就 apps 我就話：喂，梁永昌，你兩個鐘嘅喎。即係我哋其實平時講 talk 咧都講過好多㗎啦，都 OK 嘅，有啲經驗嘅。咁但係咧，而家我啲 talk 通常都好短嘅，即係話半個鐘頭啊，好少一個鐘頭嘅。咁而家即係好似仲有啲研究講咗，就係話如果而家即係後生嗰輩咧，你要講一個 talk 咧，你係差唔多話，譬如話一個 video clip 啊，或者點樣咧，你超過5分鐘佢哋已經唔睇嘅，已經 turn 後即係 turn down 㗎啦啊！咁所以而家咧要好快好短咁樣講個 message 嘅。但是我話即係今日咧，你放心，嗰70張 slide 咧，你叫我講4個鐘頭，我都講到嘅嚇，所以大家唔需要擔心。咁第二個笑話咧，就係琴日咧，我都係翻工，我喺廣華做產科嘅，咁有個同事啦，咁啊問我咯喎，咁啊睇咗，因為我都有啲宣傳嘅，即係想多啲人聽下噶嘛，咁所以咧就都 forward 咗阿 Stella 俾我嗰個 email 啊 ，WhatsApp 俾啲同事。咁有個同事喺 Clinic 嗰度就問我啦，佢話：梁醫生啊，你聽日點解你講過咁得意嘅 topic 嘅？咁我話有幾得意啊！咁樣咪即係講下
佢係 midwife 嚟嘅，嚇，一個好資深嘅 midwife 嚟嘅。咁我都係講大家有關㗎，產房裏邊即係講話嘅歷史喎。然後跟住咧就咁，佢話你平時聽我講嗰啲 talk 咧，通常都係啲醫療啊、醫學嗰啲啦，即係啲有冇啲咩研究啊？啲 clinical service 啊，咁樣一啲 disease 嘅 group 啊，嗰啲嘢，咁話點解你要講歷史嘅？你又唔係咩歷史學家嗰啲？我梗係真係一啲都唔係歷史學家。但係咧，就好似今日嗰個題目咁樣咧，與時並進咧，我覺得我哋唔係淨係講啲舊嘢嘅，因為咧睇呢啲舊嘅 data 裏邊咧，我發覺咧真係好特別，因為如果你話與時並進啦，一間我會喺相關嘅情況我講翻咧。大家想想想想想想我想想想正在想想年想香港想生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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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咁當然咧，我係介紹下自己啦，我係廣華醫院婦產科嘅醫生啦，咁樣嚇。咁當然而家咧就最出名嘅唔係廣華醫院婦產科啦，而家最出名嘅係明誠北醫院啊嘛，係嘛？咁咧而且就婦產科咧又喺明誠北裏邊咧就唔係話咁出名嘅，咁啊要明誠北最出名嘅咧就係阿陳日滔醫生啦，就 neurosurgeon 嚟噶嘛。啊，不過我哋今日有 neurosurgeon 到喎，阿 Doctor Peter。Peter Wu 在後面，然後跟住咧就話心胸肺科啦，我都想做嗰個唐明醫生啦嚇，咁我又係完全唔識啊呢啲心胸肺科。咁另外當然咧就係急症室科嘅醫生啦，急症室科嘅醫生咧，我唔知道今日有冇嚟咧，應該我就其實我認咗黃大為醫生可能會出現嘅嚇，咁咧就好似未見佢，唔緊要，但係咧我都要同佢敬一敬禮，因為點解咧？因為其實呢一個 talk 咧，我係講過一次噶啦。在 COVID 之前的即是眨一眼其實是三年之前的了。那次好像是鰂魚涌的圖書館。那那時候就聽完講完第一堂大家都覺得 OK， 即是都可以繼續即是巡迴演出一下啦這樣。但是 COVID 就來了。那所以連續兩次我們 cancel 了。那然後跟着現在就到其實眨一眼就三年了。啊、那由一個講故事呢好快三年又三年咧，我就變咗個港股佬噶啦，已經嚇。OK， 嗱咁呢個咧就係當其時咧三年前咧嗰陣時候嗰個 poster 嚟嘅，大家睇到係就係東華嘅檔案啦，同埋香港早期嘅醫療發展一啲 subject talks。咁唔係淨係我講嘅係一系列嘅，咁有講唔同嘅唔同嘅範疇嘅。嗱咁就係講少少歷史嘅記錄啦。嗰陣時候係2019年啊，9月7日啊，嗰陣時候係。在 COVID 之前的啊，咁嗰陣時候咧就喺鰂魚涌個公共圖書館咧講咗一堂先嘅嚇，咁嗰啲資料咧都係差唔多，但係咧今次咧我哋係補充咗嘅。跟住之後咧，我哋喺嗰次講完之後咧，就想喺2019年嘅11月，其實都 book 曬場地噶啦，想喺東華嘅大本營喺上環普仁街嗰度講嘅，咁但係因為咧 COVID 嘅關係咧。咁所以咧，我哋就取消咗咯。咁喺呢幾年裏邊咧，咁啲資料又喺度啦，又冇得講俾大家聽啦，即係咪因為 COVID 咧樣嘢都限制得好緊要啦。咁咧就啲同事一路幫手啦。嗱，譬如呢度，咁我哋咧就將佢你知，我哋就冇嘢叻嘅，即係中意有啲嘢嘅時候咧，中意寫咗佢出嚟啊，有個記錄啊咁樣，因為咧。所謂檔案啊嘛，如果我都有好多我哋呢行嘅都會有一個，即係有個大家有一個知道咧，就話啲嘢唔寫低佢，唔記錄低咧，就冇咗噶啦嚇。你可能係嗰段時間成日有人講或者點樣，但係時間一過時代一過咗嘅時候咧，一定要有啲記錄咧，咁先至有得未必一定係咩咁精細嘅發現啊或者點樣，但係總會。有人咧係想有興趣啊，或者點樣咧係想睇翻個歷史嘅，因為歷史係非常非常之重要嘅。咁我哋咧就將嗰、那個呢、這個喺香港醫學雜誌嘅，咁所以咧就我又懶啦，冇翻譯到中文。咁呢個咧就喺2021年咧就刊登咗出嚟。咁咧就係我哋用翻我哋廣華醫院咧產房嗰啲 birth record， 一陣間會俾大家睇下啦。因為其實喺產房即係生 B B 嘅地方咧。
有一本大簿嘅，即係大簿咁大本。咁然後咧就寫低曬每一日，要好準確嘅。邊個孕婦生咗 B B， 個名、時間、日子、先生做咩東嘅職業嘅？咁嗰個產程裏邊咧有冇啲咩特別嘢嘅？咁咧都會寫曬出嚟嘅喎。而呢一個歷史咧，就真係喺有產房之後咧。即係我哋由1935年開始有嗰啲 record 啦，都有呢樣嘢㗎。當然咧，最初咧就係、是、我想睇翻，即係我都有睇過嗰啲舊嗰啲 record 咧，係用毛筆寫嘅最初嘅時候。但係咧，好 amazing 㗎，好靚㗎嗰啲字。咁咧，所以我都聽過有人講過就係話，譬如我哋而家當然就係電子化啦，入落嗰個 database 嗰度啦，咁啊永遠就幾時retrieve 啊都得啦。咁就係嗰陣時候咧，寫嗰個咧，應該唔係隨隨便便一個同事可以寫嘅，應該係嗰個產房裏邊咧，即係最叻嗰、那個，同埋寫嘢最靚嗰、那個嘅。嗰啲人佢叫大寫噶嘛，嗰陣時候有個咁嘅職位噶嘛，叫大寫。我嗰陣都唔知咩叫大寫，咁原來就係話，即係佢係要負責寫嗰個嘅。但係好靚嘅，即係整得好好。當然嗰陣時候係冇電腦啊，乜都冇噶啦。咁但係咧，我哋譬如喺一間都會講，我哋分四個 period 咧。咁嗰啲都資料都係由嗰啲產力嗰度得翻嚟嘅。咁呢度咧，我順便啦，個 authorship 嗰度咧嗱，呢、這個我啦 ，WC 兩啦，咁咧就要多謝阿 Miss 戴啦，同埋阿 Miss Sham 啦，佢兩位都係資深嘅助產士啦。咁就而家退休噶啦，但係仍然咧 young and active 嚇、啊，咁咧就亦都好花好多時間嘅，即係幫我哋去睇嗰啲檔案。咁當然有阿 Winnie 啦，有 Stella 啦，嚇，因為如果冇佢哋個 office 咧，即係嗰個 Record and Heritage Office 咧，都係東華支持嘅，係啦，蘇總監喺度啦。如果冇嗰個礦喺度啊，我哋揾咩去掘咧？係嘛？而家咧就有個好似金礦、銀礦喺度，咁我哋咧就可以咧，我哋其實今日講嘅資料咧，我相信係等於嗰個檔案資料庫裏邊嘅，我即係粗略咁講，我估係1%到嘅啫。嚇，仲有99%咧，係希望多啲同事咧去揾嘅。咁當然亦都唔係話淨係產科啦嚇，因為咧東華咧係有咁耐嘅歷史咧，幾間醫院啦，廣華啊、東華醫院啊、東華中院啊，咁加加埋埋咧，其實仲有其他科目噶嘛。咁所以咧，其實嗰個資料咧真係一個大寶藏嚟嘅。咁喺嗰個。其實呢個咧就喺我哋篇文章嗰度咧都有俾翻一個 example 嗰啲個冊簿係點樣寫噶啦。咁咧就因為刊登我哋都遮咗啲名啊嗰啲嘅，不過相信大家都未必可以睇得到嘅 details 嚇。咁但係咧其實咧就係話喺嗰個產房個產歷嗰度咧，其實咧就會記錄低媽媽個名啦。當然媽媽係個主角啦嚇，生咗 B B 啊 ，B B 都係主角啦。咁佢嘅歲數啦，佢第幾胎啦？咁以前發覺咧，以前生好多嘅，第四胎啊、第五胎啊嗰啲就真係非常之常見。咁你而家我都話，譬如琴日我都睇同孕婦照超聲波，佢第四胎喎咁樣。咁我都喺度突然間，哇！我好少喎，而家好中意細佬哥啊，生到第四胎。但係你睇翻以前嗰啲產疫咧，四五胎嗰啲真係濕濕碎啊，你少嗰啲添㗎啦嚇，八啊九啊都十啊都有嘅。咁咧有埋先生個名啦，先生嘅職業啦，佢哋嘅住址啦。仔子或女啦，出生嘅日子同埋時間好重要啦，同埋咧小朋友即係個出咗世就佢係主角啦，佢嗰個出咗世嘅情形啊，同埋咧邊個助產士或者係產科醫生去接生嗰個咧都寫埋嘅喎，同埋咧有 date of discharge 咧，即係話佢住咗幾多日出院。咁咧就算即係單睇呢一啲簿呢啲大簿咧，咁文物館裏邊咧亦都係將佢哋咧係 archive 咗電子化咗嘅啦。咁所以咧呢一個資料咧。我相信，譬如我哋產科會有興趣啦，一間都會講下裏邊啲內容啦。就我自己覺得咧，就喺咁多科目，即係當然medicine 醫學有好多科目啦。咁當然你話佢賣花賺花香，咁我婦產科有個我其實我主要係做產科嘅。咁我話產科咧，其實大部分就唔係病人嚟嘅，佢係只不過係嚟生個 B B 啫。啊，當然有啲高危啊嗰啲要特別嘅處理啦。但係佢哋呢一啲資料咧，其實好反映到佢當其時嗰個年代啊。譬如話嗰個年代啊，當然我哋廣華醫院咧都係一間基層嘅醫院啦，即係而家都係我哋服務普羅大眾嘅。咁但係唔同年代咧，普羅大眾佢哋嘅家庭嘅背景啊、工作啊、第生到第幾胎啊，
媽媽的歲數啊嗰啲咧，都係一個幾值得，即係幾有興趣。即係如果我相信今日在座出席的朋友咧，都是對歷史有啲興趣嘅。如果唔係，唔會嚟啦，係嘛？即係嚟悶兩個鐘頭咩？咁嗰啲咧就我覺得係幾有一個價值嘅。咁當然咧，啱啱睇話嗱，呢度咧我唔詳細講啦。不過呢個咧其實係一個超級重點嚟嘅，因為咧嗰啲產歷嗰啲冊子咧，其實已經係霉爛到不得了嘅啦。我記得可能都差唔多成十年啦。嗰陣時我哋因為要整又係準備一個 talk 咧，我就去過廣華嗰個擺咗十二樓嘅嗰陣時嚇，咁、咧就上去主管應該好似都係阿梁生嚟嘅。都是梁生，咁佢就你睇下啦，梁醫生咁樣，我睇哇，一埋到去想話掂咗，唔好掂，我話點解唔掂得？佢話一掂咧差唔多爛噶啦，所以咧就非常即係如果你話靠仲係睇翻嗰啲冊子咧，我相信咧你就係真係破壞曬嘅啫，啊就亦都睇唔到嘅，咁咧就花咗好多好多時間同埋錢嘅，啊好貴嘅，應該係請一啲專家咧嚟到去將一本咁爛嘅冊子咧保留，即係藝術嚟嘅。變咗一部呢啲，然後跟住咧就再digitalize 啊電子化咗，咁變咗揾資料咧，咁就易好多啦。咁當然喺我哋篇文章嗰度咧，亦都介紹啲相係阿 Stella 同埋 Winnie 提供嘅。咁點樣由一本我又唔可以話係一個歷史嘅爛冊子啊，真係爛嘅咁樣啊，就變成一本可以即係 archive 咗之後啦。咁當然咧，亦都要係多謝Miss A.C. Hall 的 project 啦，咁佢係有個倉喺荃灣嘅，啊咁咧就擺好曬呢啲嘅文物喺度啦。咁咧一陣間咧，我哋會詳細啲講個情形嘅。咁我哋就會再除咗呢啲簡介之外咧，中間有段時間咧就我哋有一個雜感系列嘅相片同埋啲展報啊，咁咧就係 Stella 同埋阿 Winnie 提供嘅。咁咧，我就希望一陣間講到嗰部分咧，我希望大家可能希望都仲未瞓著咧，咁咧就有啲互動啦。我會俾啲圖片你哋睇咧，你哋要你可以 volunteer 估下或者係講翻個故事俾我哋聽下，唔緊要嘅，即係大家係自由發揮都得嘅，咁係好有趣嘅。咁講翻呢個喺產房檔案裏邊咧，其實我哋主要咧呢一個文章裏邊咧，我哋係揾咗四段時間嘅。嗱，大家可以。估下點解用呢四段時間啦？第一段時間咧就係三年，1936至到1938，就係啱啱有呢、這個即係產房記錄嗰啲冊子嘅頭嗰三年。咁我哋就做一個階段啦。咁一陣間會逐個講嘅，到第三部分嘅時候，1941至1944，大家知唔知點解咁重要啊？就係嗰個係日治時代啦，即係我都未出世啦，就係、是、我爸爸媽媽就出咗世噶啦，咁佢哋都喺香港嘅，咁咧就所以咧就都有聽佢哋講下嘅，即係嗰個係即係日本仔嚟咗啦，咁咧就日治年代，咁香港係淪陷嘅，咁嗰度咧我哋就有四年41至到44，啱啱嗰段時間嘅，咁樣都會解釋翻就係、是、又係睇翻嗰啲資料啦。然後跟住咧，1948至到1950咧，就應該係戰後重光。咁咧就我哋就攞咗嗰三年，咁咧就係、是、即係等於初初開始啦，打仗啦，戰後啦。咁同埋咧，我哋都要比較一下即係而家個情形嘅。咁但係咧就而家都唔係話太而家噶啦。我哋嗰陣時候咧就用咗2014至到2016，即係都係叫現代產科學。咁我都係用翻廣華醫院嘅資料嚟到去對比嘅。咁呢度講少少先咧，就係、是、咧，就係、是、你見咧，我哋都好均真噶，計曬啲 statistics 啊，即係嗰啲統計學啊，計曬啲 p value 啊，嗰啲分別大唔大咁樣。不過咧，如果你話真係要計到好精準咧，我哋呢度咧係有少少咧就唔係好 complete 嘅，因為啲數目咧我哋都嗱，當然你話1938年至到1936至38呢三年，你應該係齊曬啲 data 啦。咁但係其實喺個別項目裏邊咧，我哋係揾唔到嘅。咁、啊、有可能有遺漏嘅，咁所以咧，如果遺漏咗嗰啲咧，我哋呢度咧都出咗個 disclaimer 咧，我哋係即係好似係當 information 啊，即係印翻條數出嚟嘅。咁所以咧，我覺得如果你話好 exactly 睇嗰啲數目咧，可能真係有少少唔係話咁準確。但係咧，如果我哋話當為一個參考啊，睇下嗰個時代嘅趨勢咧，我覺得就 OK 有餘嘅。好，咁咧就係啦。首先就
我好驚唔記得咗，多謝東華三院嘅檔案同埋歷史文化辦公室啦 ，Stella 同埋阿 Winnie 啦，咁同埋東華三院Miss Macy Hall 何超霞檔案及文物中心啦。咁亦都如果冇呢兩度地方，咁當然亦都有東華訴訟監地啦。如果唔係唔支持呢一個歷史文物個檔案嘅 project 咧，根本就唔會有 data 咧俾我哋可以分享嘅。咁我唔再係啦，呢度係多謝大家啫。本嚟呢張咧，我以為我哋唔住黃大為醫生會嚟啫啊，咁啊佢今日可能唔得閒出席啦。因為上次佢嚟聽過咧，佢就提咗我咧，咁佢上次有嚟嘅，即係講三年前嗰次咧，佢就話梁永昌啊，你要留意一下，即係大家都幾有興趣嗰個 Japanese occupation of Hong Kong， 即係話日治時代咧，究竟嗰個醫療係點咧？因為嗰陣時我哋第一講嘅時候咧，就都未係話特別注意呢段時間嘅。咁黃醫生提咗我咧，咁我哋又翻去大姑娘啊、岑姑娘地幫我哋再睇翻呢一段時間咧，一間都會同大家對翻咧。我覺得咧係即係呢個係打仗時間啦。其實咁你話喂而家即係大家都唔希望有咩打仗啦。但係咧你話其實呢三年咧又係三年啦 ，Covid 都係打仗嘅喎。即係呢啲新冠病毒嗰陣時候咧，呢三年其實你都可以話係打緊仗，不過係唔同形式嘅打仗啫嘛。咁所以如果你睇呢三年咧，我哋其實睇產科咧，一間都會睇好得意嘅，係有相近嘅地方嘅。好啦，嗱，咁講歷史咧，咁我都要呢個喺份維基百科嘅啫。咁咧就但係咧，佢有幾個 landmark 嘅時間咧都幾緊要嘅。嗱，1911年咧就係廣華醫院咧開始啟用嘅。咁所以你諗下嗱，1911年，其實舊年咧就啱啱係110周年啦。所以舊年我哋2021年咧出嗰張紙咧，我哋都寫咗句噶，就係話即係愛嚟即係當一張生日卡咁啊，祝賀廣華醫院。咁我而家係隸屬廣華醫院啦，當然啊，咁咧就係110歲生日嘅。咁咧就1911年咧就係廣華醫院啟用嘅。咁呢個咧亦都有個我成日都記住呢一個有個少少笑話嘅喎，都唔係笑話嘅，呢啲歷史嚟嘅。就係辛亥革命咧都係嗰年推翻滿清嘅。咁我話乜關你阿梁醫生咩事咧？嗱，小弟咧喺我自己本身咧早期嘅 training， 即係我基本嗰個專科訓練咧，我就喺瑪麗醫院同贊玉醫院嘅。咁咧就2005年咧就有個晉升嘅機會咧，就去咗廣華醫院報呢個顧問醫生啦。咁亦都好僥倖咁樣就係收錄咗我啦咁樣。我最記得咧喺嗰個呢啲即係要 interview 噶嘛 ，job interview 噶嘛。咁 job interview 咧，因為佢都係啲顧問醫生嘅 post 都啲大粒佬坐曬喺度嘅，有廣華嘅院長啦，嗰陣時候係陳策雄醫生啦，咁亦都有東華嘅代表，嗰陣時咧就應該有梁博士啊，梁博士去咗噶啦，應該啊，咁就然後醫管局啊、專科醫學院啊、秘書處啊咁樣啦。咁收尾我問翻話，因為嗰陣時候啲競爭都幾激烈㗎，即係有四個人嘅，而家四個人都幾好嘅，包括我諗啦。咁咧就佢話原來最 impressive 嗰個問題咧，我記得係梁博士問嘅。咁就問梁醫生啊，你我知道你咧就喺瑪麗醫院同埋贊玉醫院做 training 啊，咁你而家係申請廣華醫院個顧問醫生嗰個位，你對廣華醫院嘅歷史有咩認識咧？真係咁問我嘅喎。咁我話：哇死啦，大佬！你問我即係產科，你話喂呢、這個高危嘅產科點樣處理啊？咁嗰啲我係在行啦嚇。咁、你突然之間問我係你對廣華醫院個歷史有咩認識咧？咁樣咁我話死啦今次嗱、不過唔緊要，所以咧機會往往咧就係、比較準備嘅人嘅。因為我記得咧喺嗰個interview 之前，我唔知佢會問呢啲嘅。咁但係咧我都有咁我好易嘅。我哋嗰陣時候2005年咧，都已經係可以上網啊，即係可以自己花啲時間去準備啦。咁我就咁啱記得咧，就係、因為咧係同辛亥革命有關嘅，因為咁啱線啊嘛。即係辛亥革命啊，大家都聽過啦呢、這個名。咁舊時讀中史都有啦。咁我就答我話我記得咧就係睇過啲資料咧，就係嗰年咧就啱啱係辛亥革命推翻咗滿清。第二日咧，廣華醫院就成立啦，係答咗咁多嘢啫。咁收尾阿鄧醫生話俾我聽咧，佢話就係因為你答咗呢句請咗你啦。咁我話我都係好彩，就即係冇懶啦。你準備即係你要準備一下先得㗎，即係啲 interview。咁而家我有時都同啲即係後生啲同事講，我話你 interview 升職咧，有時你譬如有時你轉咗個工作嘅環境啊，唔同個醫院，你都要睇下人哋，唔係話而家你睇下人哋個歷史先得㗎。咁如果唔係人哋，喂真係有人問你。不過我嗰陣時候真係唔遇到咧，即係唔估到咧，真係會有人問呢樣嘢嘅。咁所以咧，你話歷史係咪幾重要咧？
OK， 咁然後跟住咧就到1935年啦。嗱，1935年咧就開始咗嗰、那個廣華醫院嗰個產房咧就有嗰個產歷嗰個記錄啦。咁我睇翻嗱，香港嗰年咧就全面禁槍，應該就冇乜關係噶啦，即係係 coincidental， 即係咁啱線嘅啫嚇。咁然後跟住咧就到1939年咧就係、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啦。咁然後1941年咧就香港嘅日治淪陷啦，咁同埋嗰個日治嘅年代。亦都係即係嗰陣時候，我哋話黃大為醫生都提我話，喂，你睇一睇，既然你有嗰啲記錄，廣華醫院一間都會講咧，就係、是、打仗嗰陣時咧係冇執到粒嘅，亦都冇停到嘅，係繼續咧為普羅大眾咧做嗰個產科嘅服務嘅，咁所以咧就有記錄。咁啊日本仔亦都我覺得佢亦都冇話即係唔俾呢樣嘢發生啦，亦都冇消滅咗我哋啲檔案啦，咁所以就有得睇翻啦。咁呢個都係。都 OK 啦。咁1945年咧就香港重光，咁然後二次世界大戰咧就正式結束啦。咁所以我哋第三段時間咧就係、是、post war 啦，即係戰爭完結之後咧，就其實咧你會一間見到噶啦，都會講咧就係、是、開始咧就有嗰個嬰兒潮啦，啊多啲小朋友生 BB 啦。咁、這、呢個同 Covid 有啲關係嘅。我哋呢幾年咧 Covid 咧即係嗰個新冠肺炎咧。全香港的而家講緊而家啦，而家就唔係話太歷史字啦。嗰、那個出生率大家有冇留意到咧？其實係跌咗好多嘅，啊跌咗好多。即係以前咧一間都有個圖表俾大家睇嘅。我哋預咗咧平均咧好5萬至6萬到，計曬所有嘅公立醫院啊、私家醫院、產科，因為呢啲政府有條數報出嚟嘅嚇，好、啊、準確嘅。咁但係咧，譬如舊年啊、前年咁咧，跌到得翻3萬多啲嘅啫。即係計曬，咁你諗下6萬變3萬幾，咁即係跌咗相當之緊要嘅。咁我自己咧都有個預測嘅，當呢個 Covid 咧，大家都希望快啲完啦，完咗之後咧就會升噶啦，嚇、啊！因為家庭你一個家庭你計劃生小朋友，你唔會話因為咁樣永遠都唔要噶嘛。咁可能呢幾年大家見疫情啊，有咁多呢樣嗰樣啊，咁多嘢擔心啊，咁尤其是年青嘅夫婦，咪等下先咯，係嘛？咁但係等等下咧，呢件事完咗之後咧，就跟住咧就會上翻。咁就同嗰陣時候咧，日本佔領咧，你話喂有乜關係啊？揾嘢嚟講啦。日本日治時代同個 Covid 新冠肺炎咧，如果喺呢一個層面嚟睇咧，真係有啲關係嘅喎。咁就1949年咧，就係我哋中華人民共和國嘅正式成立啦。咁樣好啦，嗱，俾啲相片大家睇下先。呢、這個咧就係呢個第一本嚟嘅，1935年嘅。4月1日，我諗同愚人節又冇乜關係嘅嚇。咁、啊、咧就呢度係第一冊啦，個門面嗰度真係好爛噶啦。咁然後咧就，但係咧文物館嗰部咧係 keep 得好好嘅喎，好齊嘅喎呢啲嚇。咁、啊、當時亦都真係即係有一個即係幾好嘅習慣去儲存啦。咁啊48年啦。嗱裏邊咧嗱我就曳啦，冇特別再遮到啲字嚇。咁、啊、大家咧就。如果你哋嘅視力係好得咁緊要，又會睇得到又記得嘅咧，咁就你要記住佢算啦，啊就唔好話四圍講法嚇，因為就1935，因為冇問過呢啲當事人㗎，我因為都唔知點樣去問翻佢哋啦。1935年嘅時候咧，個冊簿咧寫得都算好齊整嘅嚇，又係35年啦。而重點咧，嗱，譬如呢個36年其中一本咧，我想俾大家睇就係佢有一個月結嘅。嗱，如果冇呢個月結咧，我哋其實好難做嘅啲資料。即係你話逐個嚟睇都得嘅，但係咧就要用好多人力啊、物力啊嗰啲啦。咁但係咧好好咧就其實我哋而家都有㗎，即係就算現今嘅產科，我哋都有一個叫做話每月嘅記錄啦，一個我哋有開會添。即係譬如話啊今個月有幾多 BB 出世啊？有幾多產婦有啲咩奇難雜症啊、高危啊？然後咧就同埋兒科一齊開會睇下幾多早產嬰啊？他們有什麼問題啊？大家一起討論。所以每月呢其實我們呢就有些每月都分了有同事呢會做這些記錄的，當然現在入曬電腦了。但是當時呢也都發覺呢他們會有一個列了一個列了一個清單，即是每月呢個到個簿這麼長的時候就會寫了出生多少、難產的多少、譬如說要用產鉛的多少、血壓高的多少、咩胎盤前置啊、產後流血啊、大家例示嘅，譬如話死胎啊，或者係媽媽產婦嘅生 B B 就死亡啊，
全部列得很清楚，即係於是咧就變咗可以幫助我哋咧，我哋只要係將呢啲睇咗。當然咧，嗰啲佢啲 terms 咧有啲唔同咗噶啦，即係同現代嘅產科學嗰啲。咁但係咧，因為譬如睇插保嘅同事咧，我哋今次好彩啦，即係都係啲資深嘅助產士嚟嘅。咁佢哋亦都即係一睇一理通百理明啦，即刻 confirm 翻，咁啊入埋資料啊咁樣。咁所以咧就變咗俾咗我哋呢、這個契機咧，可以做呢一個研究啦。咁啊，三六至三七年嘅轉接期啦，四一年啦，呢啲俾大家就望下啫。四八年啦，五三年嗱，其實咧佢有啲好爛嘅啦，已經咧就由收收補補去連到嗰啲，原來一九四四幾年都有膠紙嘅咯喎，不過原來真係唔知係咪後期黏落去，即係話點樣？因為後期黏落去，但係後屘我知道原來咧即係題外話啦，原來咧點樣去剷走嗰啲膠紙咧？即係你整個舊變咗新嘅時候咧？不是我們現在搣了它，不是一搣就爛了，那就是一個那些一些專門技術人員，好像是特意是好像在國內這個我不是很記得，好像是講過的，不是隨隨便便的，它是要是即是這方面的專家專門請它來做這些修復。那這裡就是 Miss Macy Hall 設立那個在荃灣的倉，那就擺好了一些檔案的了，很矜貴的那個倉，即是全部即係啲空氣調節曬啊，咁樣噶嚇，即係好啦。到相嗰部分啦，嗱呢度少少相咧，就係呢個我喺 Google download 嘅啫。咁你打廣華醫院啊，產科啊，咁咧都呢度係嗰個當其時即係最初嗰啲好荒蕪嘅地方，應該係九龍第一間嘅產科嘅醫院。咁同埋咧，廣華嘅產科咧就係用西方的方法嘅，即係西方的接生的方法啊，西方的產科啊嗰啲咁樣嘅嚇。當其時呢啲應該新啲嘅啦，可能啲六七十年代嘅啦，一啲母嬰教育啊，磅下 BB 幾重啊，一啲嘅應該係啲，我估係一啲嘅產前講座啊嗰啲咁樣啦。sorry。好嗱，咁跟住咧就有啲得意啲嘅剪貼啊，啲剪布嗰啲啦。嗱，咁上一次咧，我記得咧喺2019年嗰次講咧，再有人問我，唔係好真係唔記得啦。嗰位點啊唔係聽眾係觀眾啦，唔知道今日喺唔喺度，我真係唔知嚇。如果係咧，你真係無妨大家 say 個 hello。佢問咗一條問題。咁點解你1935年無啦啦係1935年，唔係1934年啊、1933年啊、1929年咁樣咧？咁嗰陣時咧，我真係屙個嘴添，真係唔知喎，即係冇考究得咁緊要啊嘛。但係嗰個問題其實好 sensible 嘅。嗰位朋友唔知道在座喺咩度咧？唔使怕醜喎，如果係嚇 OK， 可能今日唔得閒嚟啦。咁咧，佢原來1935年係有啲意思嘅。咁嗰陣時候咧，就開始咧要攞出世紙，啊，就叫 Certificate of Registration of Birth 啦。咁我相信之前咧，因為都唔係人人喺醫院嗰啲生 BB 啦，即係我講35年之前啦。咁嗱，廣華已經開始接生噶啦，但係就未有嗰啲記錄嘅，因為1911年開始啊嘛，應該係35年之前咧已經係有產婦喺廣華醫院接生，但係就冇呢啲咁有系統嘅記錄，可能。我認住啦，即係 BB 出咗世咁就住院就住院噶啦嚇，可能一啲好短暫嘅記錄嘅啫。咁點解1935年咧？其實應該就唔關，唔係話廣華自己定嘅，係有啲法例嘅嘢發生咗。咁就話政府咧，即係當其時嘅香港政府咧，應該係 under 英國啦嚇。咁佢咧就要即係殖民地政府啦，咁就話要攞個出世紙。咁點解1935年要攞個出世紙咧？嗱，呢個就係啦，嗰個 Certificate of Registration of Name of Birth， 咁就要寫低邊年邊月邊日啦。咁即係喺個咁早期咧，咁而家我哋乜都要有張 form 噶啦，即係出世又要，結婚又要，讀完書畢業證書啊，乜嘢全部都要有記錄噶嘛。咁嗰陣時候咧已經有噶啦。咁原來咧，我哋再考究翻咧，原來咧係同呢啲。即係而家即係而家最緊講就係個 COVID 嘅 vaccination 啦，即係要做一個即係個疫苗嗰度啦，有相關嘅地方喎。所以我話歷史咧，永遠咧，原來睇翻咧都係咁，即係其實係息息相關，與時並進就係咁解啦。咁大家當其時咧就叫做種痘喎。大家在座咧有冇聽過種痘咧？
有啊？你有冇種過豆咧？喺邊咧？誒唔使攞出嚟睇啊！唔使攞出嚟睇啊！唔使攞出嚟睇。我就喺個腳瓜窿嘅，係嘛？小腿腳瓜窿咧有個好似有圓圈嗰個印。舊時細個咧就覺得好奇怪嘅，咁就然後跟住阿媽就話種豆啊嘛，係人都有噶啦咁樣。咁咧就有啲喺大髀噶，有啲就喺呢度嘅嚇。知唔知點？我成日都唔明咁種咩豆咧？我即係成日都以為咧，即係種花啊、種菜咁嘅啫，無端端我腳度種粒豆，以為真係種啲豆出嚟咯。就好細個，好傻瓜更嘅，都幾單純嘅，幾好笑。咁咧就大家知唔知種豆嚟為咩㗎？天花嘛，係嘛？天花好大鑊嘅喎，死人嘅喎。咁同埋咧，原來咧即係再早期啲咧，即係你譬如上網睇咧，虎肉算嘅真係如果天花嗰啲，同埋咧應該喺即係。清朝的年代咧，嗱唔好講名，即係應該係有啲皇帝啊咁樣，都好似皇族都好似即係中咗招啊咁樣嘅。咁於是咧就即係話係一件幾大嘅，即係都係 infection 啦，都係啲感染嗰啲嚟嘅。咁尤其是 protect 啲細路仔咧，咁於是咧就有種豆啦。咁嗰個咧就應該嗰陣時咧就冇咁多醫護啊嗰啲嘅，咁就有種叫種豆師，種豆嘅師傅，咁咧就係學咗嗰個技術咧就幫人哋種。咁呢個咧，原來咧就係同嗰個即係出生證明書嗰個註冊咧就有關嘅，因為咧你要話埋俾，即係佢有個可能有個中央記錄啦。其實就係話佢嘅法，我估係都係法律上咧法例上噶啦，就話你啲小朋友咧一定要種豆噶啦。其實都係即係驗 good will 啫，你想啲小朋友即係種咗天花死噶啦嘛，或者係如果唔死咧都好大後遺症㗎，話會即係腦部發育啊，同埋會盲噶。咁你啲嗰陣時，如果我諗中咗都冇乜點醫噶啦，你好彩啊，唔死得咁樣嘅啫嚇。咁咧就如果你唔中咧，亦都要有醫生或者係豆師咧，即係種豆師咧，就認為你唔適合種，咁先至可以過得嗰個禮嘅。咁我又諗啊，點會唔適合嘅咧？可能係一啲譬如話啲早產嬰啊，唔夠磅啊，或者係出嚟嗰啲情況唔好嗰啲咧，可能就會有張即係佢簽翻就係話，佢呢個。初生嬰孩咧就唔可以種豆嘅嚇，咁佢呢啲記錄嘅嘢咧，於是咧就配套翻咧喺嗰個出世紙嗰度。咁我覺得因為有個出世紙咧，嗱而家同現今嘅其實現今嘅產科係一樣嘅。譬如我哋產房嗰度咧，亦都咧每個定期，我唔知係兩個禮拜之外係可能逐個禮拜就要匯報翻俾政府知道咧，我哋即係每間醫院有邊啲小幾多小朋友出咗世啊，阿媽個名啊嗰啲。阿爸的名字未必有的，但阿媽的名字一定有的嘛。然後生死註冊處那裡就接了這些證明，然後跟著就42天之內，我相信在座大部分人，不敢說全部都有生兒育女過，就要去生死註冊處那裡，即是拿出世紙嘛。然後跟著其實不是說你湊個 BB 去嘅，咁人哋又俾張出世紙你㗎，人哋又對翻就係話，你就唔係淨係你講嘅，話廣華醫院出世嘅喎，上個月28號出世，咁我哋喺廣華我已經 send 咗啲資料去啦，咁人哋對翻就係、係喎，咁樣話俾個出世紙你。咁當時我覺得咧，佢就要你醫院嗰度咧，你都要有個記錄先得嘅。咁於是咧就開始咗咧，因為啲年份都好啱嘅，就係1935年開始咧就有呢一個產房嗰個名冊啦。因為我相信你話，譬如即係都好點啊，好聰明，好 sensible。因為最佳記錄嗰個時間咧，我覺得咧就應該係佢一出世嗰陣時咯。即係佢喺邊度出世嗰個冇花架啦嘛。即係你變咗喺嗰個出世記錄低媽媽個名啦、時間啊各方面嗰啲。咁然後跟住不過大部分咧就都有爸爸個名嘅嚇。我見大部分嗰啲都有爸爸個名。咁於是咧就係佢出咗出世紙得嚟咧。就同埋嗰個種豆嗰度啊，咁我諗呢個咧就係好早期咧，即係所謂嘅公共醫療衞生啦，即係個 public health 嗰度，即係點樣去令到啲市民咧？雖然明知天花都係大鑊嘢嚟噶啦，但係都未必人人都你知，即係你而家叫人打 covid 嘅 vaccine 都唔係個個肯去啦，係嘛？咁但係呢個咧其實真係值得借鏡嘅喎，只要你嗰樣嘢嘅出發點係好，係 in good will。即係點解唔強硬啲咧？啊，嗱，呢個我個人嘅 view 咋。好，咁於是咧就嗰陣時候咧，嗱有㗎，有啲叫1923年嘅就 Vaccination Ordinance， 咁而家都係嗰啲都係叫 Ordinance 嘅啫，都係叫法例嘅嚇。
咁咧就咁，我又當我相信咧，即係譬如喺今時今日嚟講咧，你亦都好難話即係by law咧，即係你要監人哋去打嗰個 covid 嘅 vaccine 啦。即係雖然你都知道，即係老實講，你而家唔打個 covid， 即係最重要嗰個 point 都係打咗嗰啲 vaccine， 打咗啲 vaccine 啫。雖然你話打啲 vaccine 都會中嘅，咁但係中咗之後咧，即係嗰啲唔係話咁太唔舒服啊，後遺症希望又會少啊，少啲啊嗰啲咁樣。尤其是而家講緊咧。即係我嗰行啦，都要借呢個時間宣傳少少啦。孕婦咧，如果未打嘅咧，或者未打曬嘅咧，真係應該打埋佢嘅。點解咧？嗱，你唔好話為自己啦，大人大姐啦，你當自己係決定邊個駝住 B B 咧，唔係想個小朋友好啊？苦讀都不吃兒啊嘛，咁關小朋友咩事咧？因為小朋友就算而家我哋話打 Covid vaccine 啊。First of all， 首先我證明我唔係任何 vaccine 嘅專家。雖然咧，香港咧係零零舍舍，唔知點解咁多專家嘅。我有啲朋友都問我：喂，香港咁細地方，點解你個個都話十幾廿個，你又專家，嗰個專家咁樣講？咁有啲真嘅。咁咧就，但係我一個即係普通醫生咁嚟嘅角度，我知道咧。譬如我同啲孕婦成日都問我㗎：我打唔打好啊？打過兩針啫，而家就好冇生完先打啊？你話打唔打好咧？咁我會話俾你聽咧。一定要打，點解咧？你打咗之後咧，唔好講話保護自己啦。你等自己啲抗體高啲咧，可以經過胎盤同埋嗰個臍帶咧，俾咗 B B 就胎兒啦。咁佢出世之後咪有若干嘅抗體咯，加埋如果你係喂人奶嘅話咧，你自己又打夠針咧，你自己本身嗰啲抗體亦都可以經人奶度俾埋個初生嬰兒嘅。咁個初生嬰兒有嗰啲抗體，你打針我哋而家都想出抗體啊，或者係 T 細胞啊嗰啲免疫力啦。就算你點樣降低嗰個細佬哥打嗰個疫苗啊，你都唔會話幾個月就打啊嘛。咁頭嗰幾個月，你而家睇報紙都有人驚嘅，即係嗰啲係啲好細嗰啲小朋友咧。如果中咗招之後咧，係唔係普通嘅傷風感冒嚟噶？嗰啲大腦膜炎啊，唔好講話咩長新冠啊嗰啲嘢添啦，啊影響佢哋嘅智力發展。所以即係冇一個媽媽咧係唔愛個小朋友嘅，就算係意外懷孕或者點樣，或者係單親媽媽都會係愛錫個小朋友噶嘛。而呢個咧就真係咧好重要嘅。咁如果你睇翻個歷史嗰度咧，其實都幾似嘅喎，因為當其時咧唔係講新冠肺炎啦，講天花啦，smallpox 啦咁樣，咁咧就佢政府咧亦都會配合翻。咁我諗嗰陣時就易啲嘅，即係直情話，喂，你一定要噶啦，咁就一定要大家要跟啦。除咗你唔知點樣匿埋，或者係我相信都有啲人喺屋企生嘅。如果你講緊1930几年嘅年代，大家知唔知道？又講翻少少咧，中豆嗰度咧，70几年咧，嗱，我60几年出世嘅，所以仲有得中嘅。但係如果你70几年尾或者係80几年出世嗰啲，冇得中噶咯喎。大家知啊，嗬呢樣嘢。點解咧？因為冇咗天花噶啦，嚇！咁我哋係咪種得多餘咗咧？講樣嘢俾你聽啦，我最近先知啫喎，就真係背少少啦。原來我最近先知就係咧，如果你種你打咗嗰、那個即係佢叫做天花嗰個撲種豆咧，其實都有少少免疫力咧。嗱，都係可能大隔咗咁多年，可能已經跌到好低啦。其實都可以等於而家嗰啲 monkeypox 噶喎。猴痘嘅喎，都係差唔多嘅啫喎，即係嗰啲 vaccine 啊，咁咧就所以咧話，即係佢係增強咗你個免疫力咧，因為佢有記憶噶嘛，咁變咗咧，其實係同你打咗少少底嘅。好啦，嗱，依度有啲相片啦，嗱，呢個咧就係1960年嘅廣華醫院，咁我再 focus 喺廣華醫院啦嘅 maternity ward 咧，即係話產科嘅病房，咁咧就呢啲咁靚仔著曬西裝嘅就唔係啲爸爸嚟嘅，應該啊，應該係啲總理嚟噶。咁佢哋咧就點解啲總理會嚟即係巡訪啦咁樣？因為咧當其時咧，咁多謝阿 Winnie 同 Stella 啦，好多好得意嘅展覆。呢個1960年，我未出世啦。1960年6月18日《華僑日報》抗中港華醫院產科，咁因為咧就多咗幾多產牀啊。嗰啲咁樣咧，咁即係當然擴充，我相信都係靠東亞啦、總理啦、成個東亞個 board 啦，咁支持經費啦。咁於是呢個就係1961年廣華醫院嘅產科。咁呢個咧就係1963年
六三年我未出世啊，我家姐就六三年出世啦。喺應該都係講話啦，嘅不足月嬰兒室，即係話嗰啲早產嬰嗰啲。嗱，咁我哋睇翻咧都好特別喎，因為六幾年嘅不足月嘅嗱，如果足月嗰啲咧，其實咧就係呢啲攬咧就係裝啲 B B 噶啦，嚇呢啲足月嘅嬰兒，咁又同埋媽媽同一個病房嘅。咁你話呢啲，咦六幾年真係都係，而家係咪咁噶？嗱，你唔好話古老當時興喎。而家咧其實係推崇呢樣嘢嘅，有個 term 嘅叫 roaming in 嚇，因為我哋都搞嗰啲baby fanny 啊，即係鼓勵人嚟喂人奶啊嗰啲咁樣。而家講緊現今嘅產科學啦。咁其中一樣嘢，如果你要喂人奶喂成功嘅咧，你個 B B 要跟阿媽嘅，叫咁咪叫 roaming in。咁亦都係咧，如果我哋去即係巡視一間醫院，咁佢哋會唔會係即係話都叫做合格做一間外嬰醫院咧？其中你要嗰啲 BB 咧，係要同媽媽一齊先至叫 roaming in 咧，係其中一個合唔合格嘅準則嚟嘅。咁當然你話喂有啲好早產嗰啲嬰兒啊，嗰啲要入兒科病房嗰啲就另計啦。即係我講一般嘅小朋友。咁呢個咧有少少對沖嘅喎，因為咧私家醫院咧就好難做嗰、那個，唔係好難嘅，但係佢哋就唔推崇個 roaming in 嘅，因為我同有啲媽媽講咧，佢都會覺得話點解揀喺私家醫院生咧？除咗你話喂你封劍遊人，你可以住間總統套房啊，或者點樣之外咧，其實咧其餘一樣就係話生完 B B 之後好攰噶嘛，咁啊唔使自己湊啊嘛，咁我 B B 咧就去曬 B B 房嗰度咧，有護士啊，有姐姐幫手湊啊，咁呢個亦都係一個私家醫院嘅特色嚟嘅。咁但係呢個咧，其實就有少少係違反 roaming in 呢個 principle 喎，就會減低到嗰個成功喂哺人奶嗰、那個成功率嘅。咁我哋睇翻咧，原來呢樣嘢咧就唔係咩咁新嘅，1960年代或者係之前咧，我相信咧，即係如果唔係媽媽生完 B B 之後自己湊翻咧，邊個得閒幫你湊啦？嗰陣時候咁忙啊，咁多 delivery。咁真係咧要住嗰個兒科嗰啲咧。亦都見到咧，係其實係得啲傷嘅啫。我相信有保温嘅作用啦，氧氣都應該有噶啦嚇，一個六幾年。但係咧就唔見佢，當然呢科係一個 snapshot 啫，一個相。咁就唔見咗啲插咗喉嘅 B B。嗰啲咧就要譬如話28周之前啊，或者再早啲咧。但係如果你一計1960几年咧，如果真係咁早嗰啲咧，其實都係即係大家嚟試講咧，救唔翻嘅嗰啲。所以咧就冇咗嗰橛咁細，而家當然你話喂24周、25周都有機會可以即係、如果佢夠硬淨咧，又喺啲醫療嘅輔助之下咧 ，OK 㗎，可以 survive 到㗎一部分啦。咁但係1960几年就冇嘅。好啦，嗱、這個、呢個咧，大家咧都聽咗差唔多咧接近50分鐘啦。我見到有啲觀眾咧都開始有少少瞌眼瞓啦。呢幅相可唔可以請其中一位嘅？在座嘅同事，就憑呢幅相啫。嗱，我唔知道你以前有冇見過啦，應該都冇見過嘅。講下一個故事啊，係呢個我同事，阿靚靚姑娘，你講唔得，你要講詳細啲啊。三胞胎 ，OK OK， 啱啊，啱啊。嗱，我可以再如果大家唔同意，一間仲可以講嘅，講多少少啊。是 ，OK， 係冇錯，呢個係一個三胞胎嚟嘅。有冇多啲意見？咁三胞胎係 OK， 因為三胞胎比較特別啲。嗱，呢中間嗰個咧就係媽咪啦，佢叫替姐，因為我叫阿姐啦咁樣嚇。OK， 咁兩個助產士啦，因為佢一個扶唔曬三個噶嘛。啊！呢個應該係阿護士長啦，我估啊。嗱，佢冇咁多個老公嘅，我亦都分揀唔出邊個係啦。但係咧，我有理由相信咧，呢啲咁靚仔嘅咧，著得咁靚，一定係東亞嘅總理啦咁樣嚇。咁、當然呢件事咧，即係嗱1960几年喎。如果今時今日生個三胞胎，你會諗咩啊？奇唔奇怪先？你估會唔會嗱？如果 OK， 如果我哋有個三胞胎出世，你唔好理邊間醫院啦，會唔會有咁多大粒佬出現啊？我相信應該唔會啦。當其時咧，亦都送咗1000蚊俾阿替姐嘅喎。嗱，1960几年1000蚊咧，大家唔知道有冇嗰個概念咧？我有啊，因為我問咗我媽咧，
我係六幾年出世噶嘛，我媽都係做嘢嘅，即係 working mother 嚟嘅。佢話成年人工噶啦，即係1000蚊啊嚇，好似揾啲百零蚊一個月咁樣嘅啫。收尾我 verify 咗係嘅，點解咧？因為我好中意睇粵語長片嘅啊。咁粵語長片咧，我最中意就係睇謝賢同埋嘉玲，當然都唔係我的年代啦。但係而家我真係得閒嘅時候重複睇翻咧，好正真係。咁佢哋有時咧都會講出當其時嘅生活咧，會講出去啊百幾蚊一個月啊，或者係點樣啊？兩個加埋300蚊啊。咁所以我知道咧，如果你1000蚊咧，差唔多係成年嘅人工啦，即係1000蚊嘅禮物。咁當然養嗰個三胞胎唔係簡單啦，嚇我冇費用曬。仲有冇？你估佢哋點出世嘅咧？如果今時今日你見到一個三胞胎，你會估咩咧？嗱，可以話俾你聽咧，今時今日三胞胎其實好少嘅。點解咧？嗱，如果今時今日孖胎好，三胞胎好咧，我會諗人工受孕、試管嬰兒，嚇好 common 嘅，好常見嘅。但係三個都少嘅，大家知唔知點解啊？因為咧，而家人工受孕咧，即係當代嘅人工受孕咧，係唔建議咧擺咁多胚胎入去，而令到出現雙胞胎或者三胞胎。雙胞胎都算啦，但係如果三胞胎，因為其實好高危嘅，即係個今時今日早產嘅機會啊，或者佢喺個肚裏邊長唔大啊，有其他血壓啊、糖尿啊、其他嗰啲機會率啊嗰啲，所以就算你手頭上有好多胚胎咧，你都唔好一次過擺三個嘅。啊！而家唔興咁樣嘅，咁你估阿替姐嗰個三胞胎係自然，即係人工受孕嘅咧 ？Sure， 1963年一定係啦。第一個試管嬰兒1970幾年噶嘛，嚇、啊、香港嗰個都1970幾年嘅，嚇同埋唔係三胞胎嚟嘅。你估佢駝住嘅時候知唔知嘅咧？嗱、啊，這個、呢個咧我就考究唔到，我就覺得唔知嘅。嚇！有一間有份展報嘅嚇，但係展報冇講啊。你估佢足唔足月嘅咧？細粒啲啊！嗬，係啦 ，very good。校長真係唔同啲，即刻見到，係即刻見到。細粒啲，但係係咪好細粒咧？又唔係喎？點解咧？嗱，我相信咧，佢應該係出院嗰陣時影嘅。嚇！亦都係即係睇佢咧，又唔似話住咗好耐嘅，都係應該係可能係住咗我估兩個禮拜到啊，嗰啲一兩個禮拜出得院，咁都係手抱啦，包好曬，但係應該係心跳呼吸正常啊。都係雖然係黑白相啫，但係都睇到佢面色唔係太差嘅啊。咁啊好高興咁啊，送咗禮物，送咗禮金俾佢啊咁樣。咁所以應該係早少少。但係又唔係太早產嘅，即係唔會話20幾週嗰啲，因為如果嗰個年代咧，你講1963年咧，如果你話即係20幾週咧，即係老實講啦，應該搞唔掂噶啦嚇，就唔會話出得院嘅。嗱、這個就係當其時嗰個展報啦，1963年10月25號，一胎三嬰，母子平安。嗱，我諗佢 highlight 嗰個 point 咧就係話三胞胎啦，同埋咧係母子平安喎。咁母子平安咧，應該都係一個幾特別嘅，即係如果你話一個三胞胎，咁咧就嗰陣時候叫北十產房嘅，我哋而家講話咧係北九嘅產房嚇，咁佢咧就29歲年輕，咁然後咧就跟住咧佢呢度即係呢個係記者嘅報導啦，但係其實都幾詳細嘅喎，但係佢就冇講話佢產前知唔知，我估唔知嘅，咁於是咧就18號上晝咧就入院啦。咁就晏晝咧就3點好重要啲時間，3點45分至到55分咧，即係話10分鐘到。嗱，我有理由要信人哋嗰啲時間係啱啦，生咗一個先嘅。嗱，佢呢個就一胎三嬰啦，均為女嬰。第一個出生時間咧就3點45分，體重4磅11盎司啦。因為我諗都係殖民地年代啦，都係用幾多磅啊、幾多盎司嗰啲。咁四磅幾嗱，佢就冇寫佢駝咗幾多周嘅，可能都唔係好知嘅。啊！嚟到生咁解嘅啫，有個人有個大肚婆，咁有翻4磅幾咧，唔係細嘅，嚇、啊！我估有30幾周嘅啦，嚇、啊！即係33、34周嘅，嚇、啊！所以咧佢就出嚟咧，亦都係養得到。第二個咧，隔咗5分鐘啫喎，出生時間又係4磅幾。第三個咧，又係隔咗啊！呢、這個耐少少嘅，
其實都是隔了五分鐘，即係五分鐘、五分鐘、五分鐘，佢連續出曬三個，都是陰道分娩噶啦，即係自然分娩。咁要幫助咁呢度咧，佢都叫做難產或者係額產，因為咧相信都要用一啲嘅技術嚟到去幫助佢出世嘅啊。咁咧就都叫難產噶啦，因為我覺得你根本都唔知佢原來有，應該都好驚訝或者驚喜噶啦。出完一個，結果仲有第二個。第二個出嚟之後，仲有第三個喎，啊！咁呢個咧，我都即係都即係身歷其境咁樣諗翻咧，都即係都好特別。尤其是咧，如果你係唔知佢根本係駝住個三胞胎咧，我覺得咧就更加係1963年嘅時候咧，仲要三個加埋媽媽咧都母子平安，所以係好特別。咁於是咧就係、是、全體總理及嘉賓咧就係、是恭喜佢哋啦，送咗1000元利是俾佢哋啦。咁產婦咧，亦都寫咗就係話，呢度關懷貧苦大眾福利，無微不至，深表謝意。咁我覺得咧，嗱，大家會睇到呢一個咧，嗱，係1960幾年啦。我唔知道在座有冇新聞界嘅朋友啦。嗱，即係如果係得罪大家唔好意思，係你估今時今日會唔會咁講啊？即如果今時今日在呢一個2022年，話有一個三胞胎嚟咗廣華醫院是不知道的，但跟住咧都平安接生了三個，一樣啦。你嗰個報紙會點寫啊？我覺得會寫咧，就係話即係簡直係冇人相信啦。有乜理由而家人哋駝住三胞胎你都不知道啊？然後跟住咧就係、是、僥倖三個都生存到啦嚇，咁、然後跟住咧就可能咧就應該要循法律途徑咧追究點解你產前嘅檢查又唔知道啊？咁然後跟住之後會唔會嗰幾胎小朋友咧就有咩後遺症啊？即係將來如果發展有啲咩問題嘅時候咧，健康有咩問題咧，誰來負責啊？啊嗰啲咁嘅嘢啦嚇。咁所以咧有時睇翻一啲歷史咧，當然我哋而家又唔知道當其時實際嘅情形啦。咁但係咧就睇到嗰種大家合作嘅精神啦。咁我呢度就唔關事，或者咪俾咗1000元佢嘅，我相信嚇。咁今時今日梗係冇理由，即係我又諗唔到會有人會獎10000元或者100000元啦。咁但係咧，我又覺得即係佢有一種感恩嗰種心啊。嚇，呢個咧其實即係我做咁耐醫生咧，其實咧最滿足就係大家一個互動式。即係講真，我真係公立醫院啦，打份工啫，就唔係話即係月薪，亦都唔係同你今個月做咗幾多嘢啊有直接嘅關係。但係其實咧，最你會覺得最開心嘅咧，就係、是、有一種人哋咧去認同你，叫即係幫助你做啲嘢啦。咁、那個結果未必一定絕對係好好嘅，啊呢、這個真係唔敢包。咁但係咧，佢即係你睇到咧，佢有嗰個感恩嘅心咧，其實佢都面對好多嘢嘅喎。第時湊嗰三個啊，你而家。即係當其時咧，可能就有啲即係如果你譬如我同爸爸媽媽講嗰個年代咧，佢哋都話，即係可能屋企未必係咁富裕或者點樣啦，但係咧都會諗住生得出嚟就養噶啦，天生天養啦，唔係即刻又諗住佢哋話呢三個咧已經諗到啊，咦咁第時如果供三個讀大學啊，咁又點咧？又夠唔夠錢啊？諸如此類啊，又要越洋留學，唔諗咁多噶啦嚇。咁有少少天生天養，咁翻嚟咧就變咗都幾開心啊！嗱，仲有啲展報嘅喎，呢個咧就係41年至到45年咧，即係打仗嗰個年代啦，日治時期產科嘅情況。飲啖水先啦。我覺得呢、這個嗰啲照片同埋嗰個 history 都好珍貴。咁原來當其時咧，日軍咧就徵用咗東華東院，就英軍同埋日軍徵用咗做軍用醫院，然後咧就剩翻東華醫院同埋廣華醫院咧就為市民服務。嗱咁我呢度我又冇理由讚日本仔嘅係嘛？咁但係起碼咧佢哋都冇去到咁盡啦係嘛？即係起碼都留翻東華同埋廣華咧就係俾翻市民服務嘅。咁當然亦都要有東華。兩間醫院經費啊、人手啊各方面咧，你先至可以講得話有服務噶嘛。
咁同埋嗰陣時候咧，亦都講到話社會動盪、人心惶惶，咁呢啲大家都會估到啦，因為打仗嘅時候。咁啊，1942年咧，董事局幾乎咧係唔能夠組成，於是咧就由41年嘅總理全體留任，即係話拍行當做多年啦。如果唔係你冇咗個董事局，又冇曬啲總理，咁啲經費一定搞唔掂噶啦。咁就算係日本仔俾你話得把口，你為翻市民服務啦，你都服務唔到。好得意啊！仲有一啲呢啲文獻嘅嚇。咁就話41、45年咧，日治時期咧，廣華醫院樓下嘅產房咧係免收費用嘅。嗱，但係而家今時今日咧，廣華醫院幾間東馬嘅特色咧都係咧係唔收費用嘅喎。咁但係咧，你話入嚟廣華而家生個 BB 係咪一毫子都唔使咧？又唔係嘅喎，使幾百蚊嘅要，因為要俾翻每日嗰、那個住院費嗰啲俾翻醫管局嘅啊，因為係而家係 under 咗醫管局嘅。但係門診嗰啲咧仍然咧。是東華支持曬咧，係唔使俾錢嘅。咁當其時咧，呢度就有一個展報見到啦，就話樓下產房咧係免收費用嘅。我又唔知道之前即係話應該會收費用啦，但係應該個費用都係非常之少嘅。咁又有咧，醫務總監嗰陣時候應該係司徒總監，現任啦，蘇總監喺度啦。嗰陣時候係司徒總監，就話准許東華每日以優惠價。買一打牛奶供嬰兒飲用，嗱咁我咧就睇唔到咧嗰個優惠價係幾多嘅，咁我相信都係一個優惠嘅價錢啦。咁另外就諗啦，咁點解嗰陣時候唔係喂人奶嘅？大家有冇諗到啊？我估係因為嗰陣時打仗咧，即係營養真係。而家啲孕婦咧都會問我，有時我哋發覺啲小朋友即係駝住 BB 好似細粒啲咧，我就話啲媽媽都會問係咪食得唔夠嘢啊咁樣。我話點會啊？即係今時今日香港嘅仲係啦，仲係一個即係發展咗嘅城市，就算係經濟點困難都唔會冇嘢食嘅，係嘛？有各方面政府嘅幫助啊咁樣。但係當其時打仗嚟講咧，我相信係嘅。因為早期就算你去到60年代咧，我媽媽都講翻俾我聽咧，我都喺公立醫院出世嘅，但係就唔喺廣華，就喺因為係住香港區，就喺贊育醫院，即係都係公立醫院咧。孕婦咧每一餐咧係加隻蛋嘅，啊咁即係話咧，佢話喺屋企咧其實未必有個蛋食噶啦，啊咁但係孕婦咧要加強啲營養咧，咁啊送隻蛋俾你咁樣，咁啊好開心嘅啲人。咁所以呢度我估咧就係話。即係其實佢哋未必夠人奶啊，咁所以咧就要即係俾錢買啲牛奶嚟到去供應嘅嬰兒飲用。咁亦都係我覺得都係一個即係東華一路嘅精神咯，啊都係即係出錢出力啦。啊，仲有啲好得意嘅喎，另外一樣嘢就係講緊啦，嗱，就算日本仔佢俾你間醫院服務翻市民，你又東華嗰度。啲總理留任有經費有剩，咁你都要有醫生有助產士先得噶。咁舊嗰批咧，你知戰亂咧，當其時我估咧好多人走咗難嘅，喺度聽講過話，即係翻咗國內啊，或者點樣？醫療咧最緊要咧就係陸續要有新嘅即係薪火相傳。咁佢喺日治嘅時間咧都有產科生同埋看護生咧繼續受訓嘅。咁當然我覺得應該都係。好艱難嘅時代咁樣受訓，咁但係咧你都好均真，我睇到佢嗰啲記錄啊、啲面貌啊，咁又要出題目考試啊，同而家其實一模一樣嘅，都係要 assign 咗 examiner 邊個啲題目經過審核，當然而家有規模好多啦，亦都唔會得咁少啦。咁但係你其實喺嗰個日治時期咧，都見到咧有若干數目嘅產科生同埋看護生咧繼續係受訓嘅。咁然後呢個咧就係七名廣華醫院，唔好意思啊，產科生畢業，院方發出畢業嘅證書啦，咁樣。41年至45年日治時期，咁咧當其時咧，我又見到咧唔係完全唔收錢嘅喎，原來有啲叫自理房同埋即係嘅費用。我相信自理房咧就係私家嘅地方啦。咁打緊仗咧都仲住私家房咧，
睇法都係好富有嘅，好特別嘅人家啦。唔係平嘅喎，大家睇唔睇到呢度啊？普通分娩$200，而家講緊1941年喎，係嘛？即係$200嘅分娩費用啊，異常分娩咧就仲貴啲，300多元至2000元喎。我相信一定唔係一般嘅人家嚟嘅嚇。嗱，咁講翻咧就產科啦，咁呢個阿 Stella 俾我噶啦，係嘛 ？Vinny 俾我嘅。1915年咧就係香港嘅衞生總醫官，即係呢個係殖民地年代，即係衞生署啦，Department of Health 嗰啲啦。咁咧就係阿梅篤醫生就建議用西方嘅接生方法取代傳統嘅產婦接生啦。1919年就係廣華醫院大堂左右偏間加建2樓作流產房，提供60張產床。1928年咧就產房需求大啦，導致環境擠迫，於是總理又發起籌款，翌年咧就建立新嘅流產院啦。1940年代末期即係有咗記錄之後啦，東華三院嘅護士學校嘅看護生咧需要修讀3年理論及實習嘅課程，通過政府舉辦嘅護士初級及高級考試後才可畢業。即係話院喺1940年咧已經有一個有規模嘅課程，理論課程、實習課程。初級、高級考試，然後才可以正式做一個助產士，即係計埋護士啦。當然嚇，畢業生咧仲要留院進修產科1年，通過產科試才可以成為。我相信呢個就係可以幫人接生嘅產科嘅助產士啦。嗱，呢度都幾得意喎！1950年，香港《工商日報》產房擠迫奇觀啊！竟有2-3產婦同睡一床，哇！如果今時今日就真係拆天啦，點會咁噶？但係嗰陣時候你冇辦法，我相信係即係佢產婦咁多地方得咁多，產床又得咁多，咁咪即係其實咧，即係正所謂即係時急馬難田啦。咁咧你都記得咧，嗱呢個人我又睇到咧，有即係人咧，其實真係要變通嘅。嗱，你睇下嗰陣時候1950年，為咗舒緩產房嘅擠迫咧，醫院騰出地方。加設產婦出院停留處、帆布床，由助產士當值，但係上午10時至晚上10時嘅啫，即係現今嘅 day centre 啦。我相信，即係而家嘅日間中心。不過嗰陣時候咧，即係佢話有個地方擺啲牀位、帆布床。但係如果到夜晚都未有人接出院咧，就翻返去產房，唔係即係半夜都喺出邊咩？咁但係你見到係嗰、那個。即係個 flexibility 啊，見到個彈性處理嘅方法。咁然後跟住咧，產婦留院時間咧就縮為36小時。咁要揀過啦，當然而家24或者至36都 OK 嘅啊。其實嗰陣時已經係講緊，其實嗰個年代我相信就會時急馬難田嘅，即係見到唔夠地方，又唔夠牀又唔成，咁變咗咧都要出院啦咁樣。但係其實係可行嘅。咁然後跟住咧，於產婦出院後，但又唔係唔理佢哋嘅喎，唔係話翻到屋企算數啦，已經咧係配對翻咧有產科組織嘅產婦訪問隊，就上門睇產婦，同埋睇下佢啲臭 BB 啊嗰啲點樣。我相信都係第一代嘅 community nurse 啦，啊，因為一睇個歷史就係、是、你諗翻翻同而家咧。而家又話要整啲 community 嘅 nurse 嘅 program 啊，內科嘅 CGET 啊，各方面嗰啲啦。外國就仲流行添啦，即係 Wi-Fi 上門嘅。但係原來睇翻我哋東話講話，1950年已經有呢啲噶啦。好啦，咁跟住之後咧，餘下嘅時間咧，我就真係想入獄啦。咁我哋就睇下嗰4段時間，左邊呢一啲。嘅數字上咧，喺呢4段時間嘅分析係點樣？嗱，首先開始咧就係嗰個入院生產人數4段時間。嗱，呢個咧，sorry， 呢個咧就係直情係嗰個數目嚟嘅。大家睇唔睇到有啲乜嘢特別啊？一開始有記錄嘅時候咧，呢3年咁就係4000上落咁樣啦。點解少咗咁多嘅？打仗嘛，打仗咧嗱，我又唔知道當又即係唔知道當其時真係係咪少咗咁多人生？我相信係嘅，
少得嚟咧，仲要係入院，入到院生亦都唔係咁多嚇、啊，可能就係匿埋喺屋企，就係、是、天生天養咁嘅啫。因為出街都好危險噶嘛。但係生月誒、但係日治即係香港重光之後咧，噗一聲升翻咁多嘅。嗱、啊、呢、這個就係有少少我頭先少少預計咧，就係話會唔會？唔好意思啊，聲差啲。COVID 之後咧，我哋會咁咧？我覺得會嘅嚇、啊，估計啫。COVID 又係三年到啦，希望啦嚇，希望三年到好遠啦。而家咧反為唔係生咁多啊。嗱、這個、呢個咧就係而家根本就跌翻到，即係如果過去廣華醫院咧，去翻3000到嘅啫，即係呢幾年。但係講緊2014至2016咧，就都有5000到嘅。嚇、啊，都唔冇嗰陣時戰後咁多嘅。嗱、啊，呢、這個又係特別啦。正常產咧，即係話順產啊嗰啲情形啦。初初有記錄啦，日治時代啦，同埋係戰後咧，冇乜分別嘅喎，都係90%以上嘅，即係90%以上咧係自然生產嘅。而家咧當代咧，講話叫多嘅啦。七成多啦，而家都又再陸續少咗嘅。咁你又話，咦？而家當代產科學點解仲會少咗嘅？大家會唔會有啲建議到嘅答案？我哋互動一下先。OK， 一間又會講嘅，否則可能一個原因，即係話，喂，個 BB 一定要出世㗎，爭在順產之話係。剖腹或者我哋呢度咧就減咗嗰啲，譬如用產鉗啊、用吸盤啊嗰啲嘅啊，咁係好啲話唔好咧？OK， very good。嗱，有啲就需要嘅，因為我相信咧呢度咧有啲話即係佢順產到正常產，但係咧可能咧就有啲係難產咗，或者係胎兒缺氧啊，或者係點樣？我冇嗰啲數目啦。咁但係咧，需唔需要咁多變咗做唔正常嘅生產咧？就算譬如如果世界衞生組織咧都講話，即係開刀嘅百分比，雖然呢個已經有好耐嘅建議啦，就話去到15% 度嚇。因為以前如果你話譬如完全冇開刀咧，係有啲係會出咗事嘅。但係你有得嚟咧，使唔使咁多咧？嗱，呢個係廣華醫院啫喎。如果你計全香港，如果你計私家醫院咧，一半以上開刀噶啦，而家啊，咁係咪真係話你要去到咁多開刀，其實係先至會保障到媽媽同埋 BB 嗰個健康咧？呢個係一個大問號啦。咁呢個咧又係歷史話到俾我哋聽嘅。好啦，唔係開刀先啦，輔助生產啦，產鉗嗱呢個咧，我哋睇個 percentage 啦。產鉗咧就成百年歷史噶啦，因為真係一個鉗咁樣嘅啫嚇。初初有記錄咧0.9%，好啦，打緊仗嘅時候咧1.6%，打完仗咧都係1.幾%，但係當代咧用產鉗咧就跌到0.5%，但係就多咗吸盤，因為以前冇吸盤嘅嚇，咁多咗吸盤，咁吸盤加埋嗰個產鉗咧都多過以前嘅。嚇、啊！咁呢個唔關開刀事啦，嚇、啊！咁有啲人就話：咁點解你要輔助佢咧？即係話佢譬如媽媽唔夠力生啊，或者係點樣嘅情形？咁係咪即係話而家啲孕婦係咪生活條件好咗，營養好咗，但係體能差咗？可能嘅喎，真係嚇、啊！譬如大家即係喂，成日照超聲波坐住，我都腰骨痛啦。咁會唔會關呢啲事咧？又或者咧係而家咧產科學咧都有一樣嘢咧？英文來說就叫做 over-medicalization， 即是將一樣其實根本不用那麼多醫療額外的幫助你要幫助它。這樣沒有說對還是不對的，即是你說以前是忙到根本都沒有這些服務的時候，那當然是90%都順產，不然就怎樣出世呢？但是現在多了，出發點我覺得是幫助到孕婦，希望他們那個健康啊，初生嬰兒的健康著想，但是是否真的幫到那麼多，會不會 over 了呢？這個都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這個呢我覺得歷史是會給到
一啲答案我哋嘅。好啦，剖腹取婴啦。嗱，你睇下以前咧，初祖有记录，好少嘅，即系差唔多接近零，但系唔系零嘅，有零星嘅啊，所以呢个唔系零嚟嘅。日治时代啦，同埋战后咧都好少。而家当代咧，而家差唔多去到成接近30% 嘅啦，喺公立医院嚟讲都。嗱，大家可能想问啦，第一个剖腹取婴喺广华有记录咧？嗱，呢个咧我唔敢讲一定系啱，因为嗰阵时候咧就揭过一轮啲簿咧，搵来搵去几个人一齐。最先咧就1937年4月24日就系开刀攞 B B 嘅。呢个咧我亦都系想，即系而家我俾唔到个答案你。但系咧，我哋头先都同阿 Stella 同 Winnie 讲咧，就系话，即系如果我哋再搵一个细细啲嘅 project， 譬如有个研究生系有兴趣嘅咧，呢度唔系好多功夫嘅啫，因为譬如你话睇早期呢啲咧。每一年咧，應該係講緊一隻手指都數得曬嘅嚇。我其實都好有興趣睇下，即係喺1936年至到1950年，喺咁少嘅開刀手術裏邊，點解都會開咗刀嘅？佢個背景係點啊？產科上佢個難處喺邊度啊？同埋邊個幫佢開刀咧？嚇！如果有人識開刀嘅話，咁啊梗係唔識嘅。如果唔係，點會做到咧？咁又點解做咁少嘅？係嘛？即係我覺得呢個咧係好值得，即係睇一睇呢度咧，應該我估咧都係可能幾十個個案啊，二三十個個案。咁如果我哋嚟揾得翻出嚟咧，我呢個都係希望有機會再同大家講嘅時候咧，可以話到俾大家聽。好啦，臀腺分娩咧，大家知唔知係乜嘢啊？可能呢個比較少啲聽。嗱，如果有生過 B B 嘅女士啦，我有講嚇。男士都得過，因為你可能陪太太生 B B 都見過噶嘛，或者而家上網啊 YouTube 都有睇。平時我哋講順產就是頭仔出先噶嘛，所以最緊要就係臨生 B B 之前咧，個胎位正唔正常咧，就係睇下個頭仔向唔向下邊。但係咧有3%，好得意喎，即係 over 咁多年都係3%到嘅，就係咧個 B B 仔咧個 pat pat 先嘅。咁如果而家咧知道 pat pat 先咧，因為咧就話轉唔轉到胎啦，如果轉唔到，可能就係開刀噶啦。因為臀腺產咧係屬於難產嘅，有技術可以做到嘅，我都係即係都唔係太後生嗰輩啦，都有學過呢啲嘅啊。但係而家好少 practice 臀腺分娩。但係你睇下之前咧，如果你睇實呢個係實數嚟嘅，喂都幾多嘅喎，30年代初期2.幾%，日治時代咧仲多啲3.7%。戰後咧2.3%，但係而家咧係0.1% 嘅啫，係好少嘅，即係差唔多咧就真係。咁你話點解唔係零嘅？因為咧總有一啲咧就係意外嘅，即係佢嚟到先至發現，亦都兵臨城下啦。咁你咧就要即係而家咧就最緊要咧就係話，當其時在場邊個識得執團位啦？唔係個個識㗎嚇，學就書本都有得學，但係咧產科嘅嘢咧，其實最緊要咧。是講埋位的嚇，即係個手藝嚟嘅嚇，就唔係話本書講過，書入乜都有講過噶啦嚇。但係即係手藝咧，其實就係好簡單嘅啫，工裝藝術嘅。所以在有助產士喺度啦，我唔知有幾多係助產士啦。我嗰個年代咧，助產士教我哋執仔嘅，即係做醫學生嗰個年代喺讚玉嚇喺香港大學嗰邊。嗰陣係63嘅助產士啦，咁全部退曬休噶啦。最後生嗰個，因為都好老友嘅，阿冰姐都退咗休噶啦，冇咗63呢一輩啦。佢哋教執仔好好嘅，嗱，即係好坦白講咧，你問佢哋理論咧，佢哋唔會講得太詳盡俾你聽。即係譬如你問佢妊娠毒血症咧嗰個理論啲細胞嗰方面係點咧，佢就菜鳥曬氣啊，問呢啲嘢。但是你说喂，那個臀位怎麼執呢？哇，厲害了，他們在流產所都幫人執的了，這些即那時候有流產所的，即是不是在醫院生 BB， 因為那時候就是60年代 Baby Boom 多小朋友出世就選過的。譬如我媽媽呢生了我姐姐和我兩個，我姐姐63年就贊育醫院順產出世，那我就65年的。咁我媽媽咧已經話咧，因為我係第二胎，第一胎係順產，第二胎咧喺贊育睇過幾次之後咧，就冇得喺贊育睇啦，要出去
流產所，應該就喺流產所出世嘅我。但係即係因為點解？因為佢揀咗你第一胎順產，第二胎咧即係嗰個風險又低啲啦。咁唔係話佢咁衰，唔俾你喺度，而係即係佢都冇咁多位啊，要留俾啲第一胎啊，或者係一啲有問題嘅。但係咧，可能我曳啦。第二胎咧，我媽咧第一胎冇事就生我家姐非常多，所以我媽生我家姐多啲啊。咁咧就血壓高喎。即係如果你睇咧，而家係其實幾期嘅，第二胎先至嚟血壓高。咁我相信都係我都係我嗰個阿爸阿媽嘅啊。咁咧就結果咧就要喺健康院嗰度咧，即係流產所話喂唔得啦，呢、這個孕婦阿鄭女士，我媽媽姓鄭嘅嚇。咁話你血壓高喎，要翻翻醫院生。所以結果我都係要翻翻贊育，仲順產唔到添嚇，因為臨尾咧唔知有啲。胎粉入肺啊，嚇咁啊要開刀，仲要急救添，即係唔死得算好彩啦，嚇咁啊又養得大喎。咁咧就所以咧，而家你睇下咧呢個全鮮分娩咧少咗好多。咁呢個咧亦都係歷史話俾我聽咧。嗱，我又唔相信咧呢2%、3%同埋2%咧，全部都難產到咧又缺氧啊又有事，會有一小部分啦。但大部分應該冇嘢嘅。咁點解嗰陣時做得到，而家做唔到咧？產科一樣嘢要學嘅就係，我覺得咧，都係無論我哋而家啲理論係幾咁多啦，啊，每樣嘢都好多嘢解釋㗎。你一上網睇咧，有幾多個啲文獻啊、乜乜物啊嗰啲。但係如果你要講嗰個處理同安全性咧，始終咧都係四個字：工多藝熟嘅啫。我覺得啊，咁所以咧就我哋而家都講緊就話，如果而家啲孕婦又少咗啦，希望 COVID 之後多翻啦。咁訓練嘅同時咧，嗰、那個工多藝熟嗰度咧，可能真係要長啲時間先至得嘅。理論就冇問題㗎，而家好啦。嗱、呢個又好得意喎，產後出血啊，產後出血唔係好得意，都係即係危險啦。你發覺點解而家會多咗咁多嘅？嗱、戰前0.25%，打緊仗就好危險啦，都係0.4%啫喎。0.5%，戰後0.02%添。喂，當代又話要有個咩咁好醫療啊，進步咁多，點解多咗咁多嘅？邊個答到？哇，好嘢喎！你係咪我哋呢行噶？唔係啊，你嗱咁呢啲就叫通識啦。定義唔同咗，即係你本身咧嗱，我估你都諗冇理由渣過以前噶。係嘛？即係因為點解咧？雖然話工多藝熟啫，但係產後流血咧都係一個常見嘅產科嘅問題嚟嘅。但係而家好過當幾廿年前咧，就係好過啲咩咧？多咗藥物啦，多咗手術嗰啲，即係好多招數嘅對付。咁但係點解你話多咗招數對付？咁啲孕婦 OK 個體能可能冇以前嗰啲又落田耕種啊，湊幾個細路啊嗰啲咁好啦，但係都唔係渣得咁交關嘅，就係、是、個 definition 嘅問題啦。你點樣定義？嗱，而家咧我哋好均真嘅，呢6.3% 咧係計如果生 BB 嘅時候，嗱在如果有生個 BB 或者睇個太太生 BB 咧，一定有啲流血嘅。但係咧我哋嘅定義就係超過500cc 喺頭嗰24小時內，通常就係指生嗰一刻啦。超過咧先至叫做產後流血。咁而家咧，你話喂，咁你點算500cc 啊？目測啊，目測少少啦。另外就係會量度啦，嚇、啊、或者係稱嗰啲產婦啲 pads 啊、啲衞生巾啊嗰啲咁樣。都係有少少係估計嘅，但係都咁上下。但係咧，我哋睇翻呢一度咧，睇名冊嗰度咧，就睇唔翻佢點樣計嘅。咁所以咧，我相信嗰陣時咧係少少係目測嘅判斷。你話佢係產後出血？就係、是、你話佢唔係就唔係，咁你話點解嗰陣時候咁少嘅？係咪嗰陣時專登話佢唔係咧？我相信我就好尊重當其時嘅助產士或者點樣，佢哋可能咧嗰陣時我只估咋呢個啊，大家唔同意可以講嘅，就係話佢見嗰個人冇乜嘢，啲血又止到啦，咁就算噶啦，就唔好話佢係產後出血啦。咁於是個數目咪少咗咯嚇。咁但係我哋而家嗰6.3% 咧，就係話你500cc，我哋估計咧，佢過咗我就係產後出血，無論其實佢都冇乜嘢嘅，都頂得順，又唔使特別治療啊嗰啲，我都計埋。咁所以咧呢個咧就睇翻喺產科學裏邊咧，我哋其實一個重點就係話你點樣定義嗰樣嘢，
當然不是你自己亂咁定，或者係廣華醫院亂咁定啦，而係真係有曬啲規範嘅。咁如果你跟足嗰啲定義咧，咁先至有意思嘅。因為如果唔係，你點樣比較香港嘅情形？你唔好話香港同外國啦，你話醫院同醫院之間，點解啊？廣華醫院啊6.3啊，啊邊度醫院又9.2啊，邊度醫院啊2.幾啊？大家嘅定義一定要一樣先。如果唔係，你比較呢啲就冇意思嘅。咁呢啲都係歷史嗰個睇得出嚟嘅。好啦，啊又有胎盤滯留。即是说 BB 出了世之后个胎盘不出的。旧时和现在有什么分别呢？大家看不看到个分别？我们看、这些是实数，这个 percentage 啦。0.4, 日本仔的时候 0.5, 战后 0.4, 现在 0.5, 0.6, 有些上上落落的，但是差不多的。是吧？即是不会说差那么远的，也不会说现在Suppose 醫療好了或者各方面呢，咁胎盤滯留當然不是一件好事啦。BB 出了世，順理成章應該個胎盤咧喺半個鐘頭內都應該出埋嚟嘅。咁有個話佢出唔到嚟喎，咁呢個又好似又唔係好關嗰啲定義事嘅喎。佢出咗嚟就出咗嚟啦，出唔到嚟就出唔到嚟啦。啊，咁即係話咧，我又覺得喺歷史又話俾我哋聽咧，雖然而家講緊係1930幾年到而家咧，係冇100年都有90年啦。咁但係咧，女士生細路哥咧都係咁生嘅啫，即係嗰、那個嗰條方程式冇變到嘅。B B 出咗世之後咧，就個胎盤就出，亦都真係有一個若干嘅百分比嘅胎盤咧係有啲問題出唔到，你要去幫佢嘅。咁呢樣即係話喺人類演變咯，呢、這個即係接近100年裏邊咧，嗰、那個、那個機能啊，其實都係咁嘅，亦都係反映翻啫。產科學另外一樣嘢幾特別嘅就係話。我哋成日都講咧，就係話個 nature， 即係我哋只係可以話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即係我哋其實真係唔可以改變嗰個 nature。咁我唔係講命運啊嗰啲咁嘅嘢啦，但係話即係佢係一個自然嘅定律咧。有時我哋改變唔到，只係可以點樣輔助下，希望減少即係嗰啲危險嘅情況嘅啫。嗱，孖胎啦，我哋唔講三胞胎嗰啲，頭先講咗三胞胎啦，孖胎比較常見啲啦。嗱，呢段時間咧應該唔係試管嬰兒嚟噶啦，啊，講緊係1950年之前，1930幾年都有孖胎噶，呢啲完全自然噶啦，0.69%。喂，日治時期都有嘅喎，0.99%，打完仗咧就0.8%，而家1.8%。當然而家好多係嗰啲一半咧，其實係試管嬰兒嚟嘅。點解日治時間會多咗嘅？我相信呢個係數學題嚟嘅啫，因為咧可能啲孖胎咧就多咗啲，你要去醫院生啦，咁所以佢形成嗰個百分比咪高嗰啲咯，嚇、啊，唔係話佢唔係日治時代就唔去醫院生，而係日治時代好多唔係孖胎就冇嚟到生啊，咁你變咗孖胎係咪都要嚟咧？屋企搞唔掂嘅嚇，打仗即係出街幾危險，你都要點都要撲到嚟醫院先得啦，咁所以佢百分比又高啲嘅。我相信呢度就有少少可以咁樣解釋到。戰後咧就係、因為成個出生率高咗啊嘛，咁所以咧孖胎又會多啲嘅。嗱，胎盤前置咧幾值得講嘅，大家有冇聽過胎盤前置呢樣嘢？有啊，嗬，都係一個產科咧幾頭痛嘅問題嚟嘅，因為咧佢如果真係嚴重嘅胎盤前置咧，佢冚住個宮頸口，你唔可以順產嘅。咁如果唔知咧，好大件事，又一作動咧流好大血會死人嘅。但係知道咗咧，就開刀咧就可以解決到嘅。咁但係咧，嗰啲開刀咧都會比平時危險啲，因為流血多啊，或者係咁樣。有咩可以即係啟示到我哋咧？嗱，1930年代咧，嗰陣時候都有嘅咯喎。嗱，嗰陣時候咧，我覺得係真係幾好嘢。點解咧？因為冇超聲波噶嘛。但係咧，嗰啲冊子真係寫住胎盤前置嘅喎，所以我哋都有理由相信佢係講緊胎盤前置。咁我又諗啦。你而家我哋係點樣知嘅咧？超聲波發現啦，準備去生唔生到 B B， 使唔使開刀啊？幾時開刀啊？嗰啲準備曬。咁嗰陣時候係點嘅咧？嗱，呢個我亦都係估翻啦，即係又冇話睇翻佢即係個別嗰、那個嗰、那個記錄。我想佢係 B B 出世嘅時候發現嘅。咁即係話其實幾危險嘅。你 B B 出世嘅時候咧，佢已經知道胎盤前置，即係話咧佢流大血啦。然後發現、哦、原來個胎盤頂住 B B 出唔到，有 B B 我大膽啲諗咧，有啲情況 B B 冇咗，有啲可能媽媽都冇咗啦。
因為你留帶佢剪唔到。咁但係咧，佢就知道啊，原來呢個係一個胎盤前置。日治時代咧，又係都高啲啦，因為我諗正常產嗰啲少咗啊嘛。打完仗之後就因為成個出生率高咗啦。點解而家我哋多咗咁多嘅咧？大家有冇 idea？嗯哼，但是冇理由多了噶，即系以前我哋嗱呢三個年代應該都冇超聲波嘅，嚇、啊，即係靠埋位嗰陣時候先知嘅啦。但是佢係產前，佢係胎盤前置就係胎盤前置噶啦。點解而家多了呢？有少少 point 嚇、啊，年紀有少少關係，不過唔係最大嘅關係。嗯，高齡。OK， 有少少關係，但係唔係最主要的關係。呢、這個研究過嘅，因為 我知道答案嘅。因為我見大家而家就 so far 又好似精神咗好多啦，咁所以咧就大家應該參與一下。有一個原因嘅，咁又唔會嘅喎，嚇、啊，即係佢一日未出世咧，一日胎盤前置咧，個胎冇嘢嘅。佢即係阻住個門口，我哋出唔到啫嘛。嚇、啊！即係 office work 都唔關事嘅，呢個唔關事，即係同生活習慣冇關嘅，同食嘢又冇關嘅，但係同一樣嘢好明顯有關嘅。嚇、啊！人工流產就少少關係，但係唔係主要嘅原因。頭先講過嘅，頭先講過其實，即係頭先我哋喺呢啲表裏邊咧，係有一樣嘢同呢個有關嘅。有乜嘢係多咗㗎？即係喺嚇，冇錯啦，就係嗰、那個開刀攞 B B， 即係我哋叫 cesarean section 啦。那個咧就係、我唔 go into details 啊，但係研究過曬咧，就係因為你如果嗰個剖宮率越高嘅時候咧，呢啲跟住個胎、那個胎盤前置嘅機會咧，甚至係植入性胎盤咧，就即係最嚴重嘅胎盤前置啦。由佢食住喺之前嗰個開刀個 scar 咧，個機會高咗。呢、這個即係就從開刀得多咧有關嘅，唔係淨係香港嘅，唔係淨係廣華嘅，全世界都係咁嚇嗰啲 data。咁咧呢個亦都係好多產科人都講，就係話你點樣去避免呢？就係話你唔好做咁多開刀嘅手術啦。咁但係有啲真係要噶嘛嚇。咁、啊、所以咧，而家嗰個共識應該就係話唔好做，盡量唔好做一啲冇必要嘅開刀手術。咁有咩係冇必要嘅開刀手術咧？嗱、啊，呢、這個個人信念嘅問題啦。譬如你揀日子啊。有乜嘢風水定理啊？又或者係我怕痛啫。我即係而家好多婦女都係噶。我覺得呢樣嘢咧，我見咁多人婦咧，我都唔會舊時再後生啲，有時會同佢哋拗下嘅。嚇，而家我唔會啦，因為變咗，我覺得第一拗嚟都冇用嘅，因為咧呢個係信念嘅問題。即係你話我係唔中意食橙嘅喎，係嘛？咁你話即係我仔咁，廿幾歲啦。我係唔中意飲湯嘅，咁你冇得講噶。你話喂飲湯有益啊，媽煲咗咁耐啊，嫲煲咗咁耐啊，你都唔飲啖，俾下面啦，係嘛？啊，譬如禮拜六晚去翻阿嫲度食飯，咁人哋煲咗湯，咁你啃都啃半碗啦咁樣。不過佢係唔飲嘅，喺外國讀書扮翻鬼仔。咁咧就咁冇得講噶，你點拗啫？但係咧，你用呢一樣嘢同佢講咧，我哋都有嘅。其實喺我哋啲指引嗰度咧都有講翻話。如果你開刀冇一個即係產科原因嘅咧，嗰胎都冇乜特別嘢嘅，其實即係你可以話好多人話快靚正啊嘛，揀咗時間啊，又唔使呢樣嗰樣。但係嗱，你係咪唔再生第二個先？喺嗰一刻咧，個個都話唔生嘅，即係我見咁多啦，即係見孕婦無數啦，個個生完喺產房咧都話：，痛到死去活來啊！你冇問我邊個生第二個啊？出年又見佢啦，又嚟。跟住你唔記得咗嘅，有時記得咪潤下佢咯。又話唔生嘅咁樣，咁又多咗話，唔係想嘅咁樣，諸如此類咁嘢啦嚇。
咁但係呢樣嘢咧，其實就係咧，我相信都幾難改變啊！即係你越多否公產咧，胎盤前置就越多，越多咧嗰啲植入性胎盤。不過佢百分比唔係話咁高嘅，所以好多人咧就會覺得，誒邊度會咁巧啊？呢、這個係點解咁多人會 weigh out 都會諗翻，算啦，開刀就算數啦。有一個 example 咧，好實際就係話，我哋國內啦，以前一孩政策大家聽過啦啩，嚇一孩政策咧，開刀嘅剖宮率佢哋好高嘅，即係國內六七成嘅。其實咧，國內啲有時交流啊，而家少交流啦，疫情之後都講咧就話，其實佢哋冇問題嘅。點解咧？佢生一個啫嘛，佢冇下一次噶嘛，嚇咁啊冇下一次，咁點會剖盤前置啫？點會植入性胎盤啫？問題喺邊度出現咧？國內經濟起飛啦，一孩政策取消咗啦，大家知道嚇。而家仲鼓勵添，你哋兩個三個，但係而家啲人你鼓勵佢又唔生啦嘛。咁以前嗰啲60%、70%咧，開過一次刀嘅時候咧，最結係邊一類咧？再加埋就係佢而家因為一孩政策取消咗咧，佢又想多翻個細路啦。於是咧自己生唔到人工受孕啦，都懷孕到嘅。但係懷孕咗之後咧，就會出現呢啲胎盤前置啊、植入性胎盤嗰啲啦。仲有、哦，因為咧呢一班孕婦咧開始年紀大翻少少噶咯，因為佢隔咗一段時間啊嘛。咁你話40歲人工受孕成功，再加個胎盤前置，一個唔覺意仲要植入性胎盤，呢一班咪好高危咯。咁而家佢哋呢個都係全世界都要對付緊呢一個問題。咁但係咧國內嗰度都幾緊要噶。我諗就係呢一橛，即係啱啱呢一段時間啦。即係開放咗，你可以多生多一個。人工受孕又咁普遍，因為如果冇人工受孕咧，有好多佢又即係年紀大翻啲，佢未必生到啦嘛。咁所以咧，呢個咧就幾得意㗎，就係睇呢啲歷史咧，又可以睇翻出嚟。嗱，呢個又好得意嘅。產前、產後抽筋，即係嗰啲妊娠毒血嗰啲咧，大家有冇聽過啊？嗱，呢個咧就講緊嚴重啲，就係話已經係去到一個程度咧，個媽媽咧係抽筋嘅，好大件事㗎。即係大人可以有危險，如果媽媽抽筋咧，影響埋個胎會缺氧嘅。初初有產力咧，0.5% 啦。大家諗諗點解？嗱，呢個咧嗱 ，F 呢個咧就係個其實個數目啦。但係日治時代咧，個百分比高咁多嘅喎。戰後咧就低翻，當代咧就好低。有邊位可以俾到一啲意見咧？即係以前缺鈣，唔係隨大家 feel free 去俾啲意見嚇。有少少咁嘅，有少少唔係完全唔啱嘅，但係呢個唔係個主因嘅嚇。嗱、啊，點解打仗嗰陣時候會多咗嘅嚇？即係驚到抽筋，可能㗎，即係男人都會抽筋㗎，係嘛？唔懷孕都會抽筋㗎。有 point 喎，咁匿埋點會抽筋嘅啫？嚇、啊！嗱，點解咧？嗱，我相信咧喺嗰個年代咧，日治年代咧，你唔好話你去醫院生都難啦，產前檢查應該冇乜嘅。嚇、啊！你咁危險出街嘅時候，你要生啦，咁冇辦法都要去醫院啦，你屋企搞唔掂。但係平時產檢仲點會去啊？啊！你喺屋企安安全全有飯開，已經我諗算偷笑啦。咁你點樣可以防止呢啲妊娠毒血症嘅抽筋咧？其實最重點咧就係話你要及時 B B 出咗世，即係如果佢到呢啲階段啦，嚇、啊，即係佢未抽筋之前咧，其實會見到血壓好高啊、蛋白尿啊，或者係媽媽有啲症狀頭暈啊、頭痛啊嗰啲咁樣。而家係驗埋血啦，有嗰啲指數可以睇到嗰陣時候冇啦。但係個個匿喺屋企嘅時候都唔敢嚟，咁於是咧佢可能已經有啲產前抽筋之前嘅徵兆，佢都唔敢嚟嘅，即係唔敢去醫院啊。於是咪揾藥，唔使好耐嘅咋，幾日或者一個禮拜咧已經可以到抽筋嘅啦。咁佢抽咗筋先嚟，咁就如果佢抽咗筋都冇嚟到嘅，咁啊唔會出現呢啲 data 啦。佢嚟到講話啦，咁所以咪高過咁多咯。亦都係翻嚟睇咧。點解而家少咁多嘅咧？就係、是、因為你有產前檢查啊嘛，產前檢查咧已經捉到嗰一班，喂唔係、哦，你血壓高、哦，
很常見的，整體來說呢 2% 左右。你想100個人有2個人這些產前，不是產前抽筋 2%， 即是 pre-抽筋，即是產前的妊娠毒血那些，血壓高那些病，100個就2個，中國人少一點了。所以呢你都很常見，即譬如我們說，現在少了人生，譬如我們說舊時一個，一個禮拜我們都收，可能5-6個孕婦要入院，喂你血壓高喎，蛋白尿喎，麻煩你入院看定啲咧，驗埋血啦，咁樣早啲 BB 要出世啦，催生好開都好。如果唔係咧，下禮拜你抽筋噶啦，咁咪喺嗰度截咗龍咯。咁所以而家咪少好多。所以這個呢個咧，有好多人話講笑咁講咧，都講話，喂你產前檢查個個嚟到咧就係度下血壓啊，驗下小便啊，上床摸下肚啊。即係而家就而家又當然服務好咗好多啦。以前好多人嘅年代就話等啊等兩個鐘，檢查兩分鐘啊嘛，啊呢啲就有人講噶啦。咁咧就話你其實唔嚟得唔得啊？嚟有咩意思咧？呢、這個就係其中一個意思，而係真係可以用數據咧係證明到嗰個產前檢查有用嘅，就係、是、防止呢一啲其中一樣嘢啦，就係、是、防止嗰個產後抽筋。咁亦都咧歷史話到俾我哋聽嘅喎。啊、即除了趣味之外就真的有些建樹可以告訴我們、啊、大家來試產後死亡了，產婦死亡是 最不想見到的事。30年代有的，因為真的這個跟醫療的進展有關的，就是那些藥物、啊、深切治療、啊、止血的方法、啊、各方面、啊、0.4% 呢不是少的，不是少的，即是1000個人有4個，係嘛？即係嗰時個 delivery 可能去幾千，咁咪一年咪十幾廿個。打仗嘅時候梗係多咗啦，你嚟唔到嘛。嚟到嘅時候咧，可能已經係好嚴重嘅情況，都救唔翻啦。咁你見到打仗初期咧仲高嘅，即係呢個係實數喎。即係哇，一年死接近廿幾個人嘅喎，孕婦喎。原本孕婦應該都是健康的嘛，啊，咁然後跟住咧都得意嘅喎，喺嗰個就算係日治年代咧，你都見佢咧係好咗啲嘅。會唔會就係話可能大家都即係打仗都危險，你都要去醫院噶啦，點都啊，咁啊變咗咧又少翻啲。初我諗咧一淪陷嘅時候咧就即係我諗即係慘況都好緊要嘅，即係你即係爭在喺屋企死之外嚟醫院死咁解嘅啫。咁戰後咧。就都個百分嗱，你見個數目咧維持都係高企嘅，但係因為佢嗰、那個多咗人生啊嘛，但係咧嗰個百分比又跌啦。而家咧當代咧，其實我哋做呢、這個啱啱係嗰三年咧就係零嘅，真係嚇。但係其實唔係零嘅。如果你計而家即係現代產科學咁講啦，你譬如每年香港咁講啦，都有譬如近呢十年咧就係、是、varies from 零一。或者二，其實係好低嘅啦，啊！但係唔係零嘅。咁嗰陣時啲孕婦點樣，即係點解會有唔好再過身咧？嗱，喺嗰啲產房冊子裏邊咧，係 surprisingly 咧寫得幾詳細嘅喎。嗱，譬如咧，嗱呢啲有個數目佢報翻啦。嗱，1937年有19個，1938年咧就係1938年就15位。咁譬如嗰啲心臟病啊。我相信都是到期前才知道的，未必一早知道的。嗱，抽筋啦，頭先講啦，抽筋係會死的，肺痨啦，肺炎啦，穿勞咧，我覺呢個咧，我覺得咧就呢個咧就有少少要再考究，應該就係講緊咧嗰啲胎唔正常，即係或者係啲嚴重嘅腦積水。嗱，呢個我估嘅啫。咁咧就要做一種穿勞，即係難產啦，個頭根本大到出唔到，都唔講救個細路哥噶啦。是救過阿媽嘅啫，咁就要整嗱講出嚟，大家可能好覺得好有啲有啲唔舒服啊。咁但係咧就真係有呢個手術嘅，整穿嗰個胎兒個頭腦，整細佢胎兒梗係冇咗啦。但係咧佢都要令到佢出到嚟，咁先救到個阿媽。但係有時咧救唔到嘅，咁所以呢個有啲產婦就係咁樣唔喺度啦，流血啦，止唔到血啦。子宮的破裂，子宮破裂呢這裡呢它都是其實都是少的，即有每年一個救不回。但是那時候你說喂沒有手術的，即是這麼少手術怎麼破裂呢？因為它生得多，
沙多咧嗰啲子宮咧都會薄咗好多嘅，咁所以咧就有機會咧，而家講緊子宮破裂咧，差唔多都係一定講緊咧，就係話有做過手術，有個疤痕嘅子宮，但係嗰陣時唔係嘅。產前產後出血啦，嗱胎盤前置咧，37年死四個孕婦，38年咧就死兩個，咁呢個就係講緊，我相信就係因為係佢生嘅時候流大血咧，先至知佢係胎盤前置啦，因為之前係冇法子知道啊。啊，胎盤滯留都會死嘅喎，即係止唔到血啊，或者佢繼續滯留喺度發炎啊嗰啲咁樣。咁日治時代咧，我唔再講翻啦。但係其實咧，我就想俾大家睇到咧，嗰、那個產房嘅記錄咧都好均真嘅，即係得嘅咧都寫低曬一啲嘅原因嘅。咁當然咧，而家咧亦都我就收尾咧，我睇過曬即係成個 list 咧。佢有一樣嘢冇嘅咧，就係嗰啲羊水入血嗰啲嚇。現今咧，譬如你話咁，你問喂梁醫生，當代大家例示啦，而家你話每一年全香港孕婦死亡咧係0、1或者2，咁點死咧？好多時咧就係嗰、那個嗱止血咧都可以救唔到嘅，但係大部分咧大膽講都 OK 嘅，救到嘅而家嚇。但係唯一一樣嘢，而家最心臟病就少了很多，因為先天性心臟病那些都要是就很嚴重那些就會建議他們不要懷孕，但那些孕婦都很少了。有些就是或者先天性心臟病，但是又做了手術，所以他又可以過正常的生活的。所以現在呢孕婦死亡呢差不多都是最大頭號就是羊水入血，即是生緊的時候呢羊水胎水有聽過，他就走了入媽媽的血管那裡，咁咧就好似啲人哋中風咁彈到周圍都係咧，影響曬啲主要器官。咁嗰個就好難救嘅，就算現今醫學都好。但喺嗰陣時咧，睇翻啲歷史咧，我睇咧就冇嘅喎。嗱，我 exactly 冇錯啦。我就覺得因為嗰陣時咧，如果我哋睇翻即係文獻咧，西方文獻嗰啲咧，佢羊水入血咧，都係即係20世紀初期都有報告過嘅，但係咧都係好個別嗰啲。但我相信嗰陣時係診斷唔到啊，所以咧佢就 group 喺嗰啲原因不明嗰度。我認住係有少少係羊水入血嗰啲嚟嘅，不過呢個我就證明唔到啦。咁咪我就睇落去，咦？點解冇羊水入血嘅？心裏諗真，喂，嗰陣時人哋點都冇做到呢個診斷。咁所以，但係咧佢亦都你講得好啱啊。佢有譬如呢一度啦，原因不明嗰度咧，當其時亦都係日治年代啦。我相信咧，亦都冇咁多驗法噶啦，即係總言之，佢唔喺度就唔喺度啦嚇，亦都冇咁多化驗啊、否驗啊各方面嗰啲咧，我相信就咁界定佢不明就算咯。你講得啱嚇。好啦，小朋友嗰方面係點咧 ？Neonatal death 咧，即係初生嬰兒死亡，即係一個月內啦，出咗世之後，咁所以 that's why 舊時先至話要擺滿月酒或者咩百日宴咧。其實大家知唔知就係、是、因為其實嗰陣時 ，B B 出咗世都唔係一定十拿九穩嘅，咁咧就你夠一個佢生存到一個月或者一百日咧，即係可能收尾見啲即係啲健啲醫療好啲就佢生存到30日咧都要慶祝㗎啦。咁慶祝咧就請啲親朋戚友食餐飯啦，中國人最中意而家冇啦食飯啦嚇，我都唔敢講啦，要敏感問題啊。咁咧就嗰陣時候咧就一個月內咧就。30年代嗰陣時咧，就都4.5% 嘅嚇。咁即係話咧，咩意思啊？4.5%，即係話有100個小朋友出世咧，有95個係去到一個月嘅啫喎。日治時代咧，又唔係話差咗，但我相信咧嗰個記錄係差啲啦，即係未必啦，因為佢出咗院，你都未必可以有個登記喺度。咁咧，我哋發覺唔知點解戰後咧就冇咗嗰個記錄添嘅呢度嚇。而家咧就好低嘅0.08% 嚇，但係唔係零嘅。死胎咧其實就係指咧係未出世之前，那個年代應該嗱，而家我哋就計24周後嘅嗰陣時候，應該係計28，可能都冇乜點特別計嘅啦嚇。總言之，就未出世胎死腹中咁樣啦，不嬲都有嘅。30年代嗰陣時候咧。0.5%，哇！日治年代咧高咗好多啦，咁我相信又係有咩都冇睇嘅，淨出現到醫院嘅時候先發現到，咁所以咪高咗咁多咯。唔知點解戰後咧又係冇個記錄嘅喎，
這個可能我們都要研究一下，為什麼即戰後打完仗啦，為什麼沒有那個紀錄的這樣。當代呢就 0.3%， 這裡告訴我們就是說其實現在當代的醫療呢，這個的而且確都是好了一點的 stillbirth、死胎，但是不是好得那麼交關的、如果你看打仗之前都 0.5 啦，即是你現在才是 0.3 而已，那不是再低一點的嗎？或者好像孕婦死亡率那樣應該是接近零的嗎？這個呢我們都有一個 learning point， 即是個學習點，就是說其實死胎呢它都有、不同的原因啦，譬如先天的問題啦，那你神仙都救不回的，又或者呢都有些是不明原因的，有一半是不明原因的，就算現在我們這麼多，即是如果假設我們見到有一個孕婦她駝著 BB 胎死腹中呢都有一系列的嘢，包括遺傳啊、染色體啊嗰啲都染曬咧，都有一半唔知個原因嘅。咁即係話咧，呢度我自己個人覺得咧，就係話，產科即係生兒育女嚟講咧，始終咧都係嗰個 nature 咧，你唔可以完全戰勝佢。即係如果你諗住你科技可以，我唔知啦，即係過去10年、20年、30年、40年之後，但我自己我都深信咧，你係戰勝唔到個 nature 嘅。好簡單啫 ，Covid 我哋都暫時戰勝唔到啦。咁譬如我哋睇呢個政府 download 落嚟嘅，大家上網都好揾到。2016年至到2020年，即係講緊7、8、9、10、40年咯，係咪？唔止哦，60年啊，係60年啊。嗰、那個產婦死亡率咧，由1960年代初期咧。這個呢是那個 rate 啦，百分比，但你看個趨勢呢一路跌跌跌跌跌跌，差不多到近十年呢我都是講緊啦，係即係零啊、一啊、二啊嗰啲，咁都算相當之好啊。但係當然，如果而家有一個孕婦係唔喺度，好大件事嘅啊，即係當然都係對屋企係一個好悲慘啦。咁但係咧亦都係要即係係罕見啦。呢、這個咧就係嗰個實數啦，你都見到頭先嗰個係個 rate 個實數，嬰兒死亡率咧。就始終咧都係唔可以去到咁零嘅，始終都要有一個底線咧都喺度，因為咧始終有啲先天性嘅疾病咧都唔係產前診斷可以知道咯。點解好咗咁多咧？其實係初生嬰兒嗰啲深切治療部治療啊、呼吸啊、其他各方面啲呼吸機啊、藥物啊、嗰啲抗生素啊啲幫到啦。另外咧就係、是。很多而家真係嚴重先天性疾病的嬰兒咧，因為產前診斷、超聲波好啊，或者係睇嗰啲遺傳啊嗰啲染色體，佢哋知道咗咧，有啲你冇俾到佢出世，即係合理咁終止咗懷孕，所以咁咪變咗唔會變成嗰個嬰兒死亡咯。啊，咁呢個咧又係都係歷史話俾我哋聽嘅出生率啦，男仔女仔多之或少嗰啲咧，男嬰咧係藍色。啊，紅咧就女仔，差唔多嘅其實，男仔多少少嘅嚇。嗱呢度咧就見到嗰啲嗱，因為依度咧就去到2020啫，近呢兩年就又低咗好多啦。呢段時間咁高，大家知唔知點解啊？哇，好嘢喎，你都知啦嚇，就係、是、雙非年代咧都差唔多成，知道就嚟完噶啦。我都話實講得夠兩個鐘噶啦，係嘛？而家講。咁咧，雙非年代咧，今日唔係呢個課題啦，唔係喺嗰個歷史，因為呢個係好近代啫。公立呢、這個係我哋都係廣華嘅 data 嚟嘅，但係就係2011年至2012年嗰陣時候，即係雙非最高峰期嘅時候咧，我哋都做咗個研究嘅。咁就呢度真係唔夠時間同大家講啦，希望有機會再同大家分享。因為咧，我呢個歷史我都幾有興趣嘅，就係講緊話，即係雙非由最初點解會？張豐源案啊，之後啲人落嚟生 BB 攞身份證啊，跟住就不受控啊，影響曬個服務啊，咁咧就我哋嗰陣時候個關注組成立嘅，咁咧我都係嗰個成員之一嘅。咁然後跟住咧政府咧就睇呢件事啦，一刀切唔俾嚟啦，咁然後咧又跌翻曬。咁當然咧，而家你隨便咁睇咧，啱今朝睇個新聞先至嚟啦，又講緊咧就唔夠人讀書咯喎。又失效咯喎！因為嗰陣時咧，我記得我喺關注組嗰度咧，亦都同政府傾咧，我係其中一個小頭目啫。咁都係講緊就係話好深遠個影響，唔係話攞張出世紙咁簡單嘅喎。因為啲學校又唔夠啦，
咁啲小朋友點啊？然後跟住又你唔通屋企就喺國內，啲小朋友又喂幾歲？你而家就話送啲仔女去英國讀書，十幾廿歲啫，嗰啲幾歲啊？咁樣又要過嗰個邊境啊？咁樣都係好多問題啊！學校又唔夠啊！嗱，歷史啊，真係又係一個課題啦。而家咧講緊殺校啦，講緊話小班教育咧都唔知點啦啊！即係又唔夠學生啊嗰啲咁樣啦。咁我又諗翻啊，咁嗰陣時候我哋其實係咪都係有少少要再考慮翻，或者係唔好一刀切啊，或者係點樣咧？不過呢啲就係等歷史俾個答案啦。好啦，完啦。咁咧就最後即係一定要多謝翻東華三院嘅檔案同埋歷史文化辦公室啦，同埋檔案文物中心啦。咁咧就多謝翻 Stella 啦、阿 Winnie 啦、阿兩個最幫到我攞 data 嘅 Alice 嬸同埋阿大姑娘啦、蘇總監、東華嘅支持啦，好緊要。多謝大家。聽我煩了兩個鐘頭，多謝梁醫生，唔好意思。其實咧，今日係好特別，多謝在座有啲朋友嗰種互動嚇，我未試過嚇，即係能夠可以大家，即係我哋感恩，即係香港有呢種醫療服務啦，同埋咧就廣華醫院咧過去嘅日子咧，其實係生咗好多好多 B B 出嚟噶嚇，即係呢個係我哋成個團隊即係生到咁多 B B 出嚟嚇，為香港嚇，咁梁醫生所能夠只能夠可以做到研究咧，其實就主要有兩位即係退休嘅助產士咧，係幫佢即係其實要識睇啦嚇。咁頭先我哋都講過，我哋都希望能夠可以再喺我哋啲資料裏邊咧發掘多啲嘅即係智慧出嚟咯，嗬，梁醫生。咁啊，希望咧同大家咧再繼續分享。咁咧，我希望呢一個講座令大家咧就對產科有認識啦，同埋咧就係希望大家都繼續即係知道咧，我哋係為咗保留呢啲資料咧，係盡咗好大嘅努力。咁咧就我哋咧其實下一個其實都係我哋香港人咧比較關心嘅課題咧，其實就係講肺結核啊嚇。咁而家當然就已經冇乜啦，但係喺以前嘅世代，頭先我見到有個孕婦都係肺痨，佢係肺結核過即係過身嚇。咁我哋10月8日咧個講座咧就係講肺結核嘅，咁啊，在11月12日咧就講到，我覺得我哋香港有一班人咧係要值得我哋去即係去俾一個致敬俾佢哋咧，就係我哋補助醫院嘅護士喎嚇，因為咧我哋以前補助醫院嘅護士咧，其實係由醫院訓練出嚟啦，咁佢哋係直情係幫啲醫生，好似頭先梁醫生講咧，嗰啲助產士係咁一晚執幾多個，執幾多個，即係執到咧佢哋即係好辛苦嚇，咁。我哋東華點樣去訓練護士嘅咧？同埋咧又分享好多關於護士訓練嘅故事。咁咧就係11月12日喎。咩時間啊？冇乜啦。有冇收集到啲問題啊？哦，OK。咁不如我哋好啊，你整清楚啊。嚇好，咁我哋睇下。阿梁醫生，我陣間唔舒服，你睇啊。OK 啊，係啊。好嗱，唔知答唔答到㗎？我讀一讀條題目出嚟先嚇，第一條。請問東華的產房名冊是否可以供公眾人士查閱呢？嗱，咁我估咧就係大家嗱，我自己估啫，即係大家想譬如話知翻大家出世嘅時候會唔會有個記錄喺度咧？呢個查到噶，咁你咧可以喺應該係醫管局。不如我答咯，好嘛？你唔可以喺我嗰度查嘅嚇，因為我嗰啲歷史即係我係佢係作為歷史資料嘅啫，你要去廣華醫院嗰度查啦。咁咧就喺HA 醫院裏邊咧有曬制度嘅嚇，咁咧大家可以有申請表啦、收費啦、時間啦咁。梁醫生你睇啦，好嘛？好啊，咁就不如答埋呢兩個就今日都完啦，好嘛？為何1950年至到2014年間的數據slide 上沒有咧？嗱slide 上沒有咧，就係因為咧我哋未去研究嗰段時間啫，即係我哋係片面咁樣睇咗。名冊開始嗰3年啦，日治時代因為比較特別啦，4年啦，然後跟住戰後啦，咁然後主要係呢段時間，咁我就要加一個突然之間跳到2014咧，因為你要用啲現金嘅同佢比較啦。咁但係唔係代表50年至到2014咧係冇嘢發生過嘅？如果我哋有嗰個資源啦，有人手咧睇埋咧，譬如你話每年。我哋有一個3年嘅時間嚟睇咧，我相信中間咧亦都有學習嘅地方嘅，
啊，这个是啱的，不过我哋就未做到啫。资料是连续不断的，咁咧就医诶，即系医院咧系俾咗35-91咧系连续不断嘅吓。嗱，呢个咧就问咧就嗱，呢個咧，我諗就屬又唔係太大關係，就是、個人啲嘅啫。十六週懷孕咧，就小產咧見醫生，但係唔使刮宮。咁我呢咧就我呢度咧就冇方便答，因為呢啲係個別嘅醫療嘅嘢啦。咁但係咧，你要同你醫生商量翻啦。不過咧，十六週小產唔係一定要刮宮噶。最後呢條啦，不如現時廣華產科每年非香港居民，包括行街子持有人、父母雙方為外國人、父母雙方為內地人分娩數和比率有多少呢？現在很少了，因為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看回香港醫學雜誌，我們都登了一篇文章出來。我有個剛才沒有時間講，而且不是今天的課題，今天的項目就是講回歷史上它有一個 timeline， 由為什麼可以國內人來生、雙非孕婦、怎樣一些制度的改變、政府為什麼好像2011唔知一二之外一三咧就一刀切唔得啦，咁而家變咗咧就淨係如果媽媽係非香港人士，但係爸爸以為香港人士嘅，咁然後先至嚟得公立醫院生嘅嚇，咁而家嘅數目係好少嘅，係可能要交。好啦，咁不如我哋今日就到此為止，好多謝大家嚇，多謝大家，多謝大家。真係好玩啊！嚇，第日可以再係啊，呢個我俾翻你。好，係。